可以。报告委员会出席为八人，移除法定人数。好，现在开会进行报告事项，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内政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105年5月4日上午9:06至下午23:00，地点本院红楼202会议室。出席委员徐委员、曾卫等14人，列席委员郑委员、天才等37人，请假委员陈委员、超明，列席官员内政部常务次长邱昌玉等，主席黄昭吉委员昭顺。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第一案至第四案，审查本院委员罗志镇等19人依据《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5条条文修正草案等4案。本次会议经委员何新纯等说明提案要旨，内政部常务次长邱昌岳等报告，邱昌岳报告，委员黄昭顺等13人提出质询，均经内政部常务次长及所属及其答复说明，另有委员洪宗义等提出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另以书面答复。决议一，说明及询答结束；二，委员质询未及答复部分或要求提供之说明资料，请相关机关尽速以书面答复。三、社会秩序维护法部分：一、第一案、第二案及第四案并案审查；二、第85条除第一项删除序文3日以下等4字，及增列第4款文字为：四、无故拨打警察机关报案专线，经劝阻不听者外，于照现行法条文通过；三、委员钟嘉宾等16人提案第85条之一不予增列；四、通过附带决议一项文字请参阅；五、本案审查完竣，依据并案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经党团协商，并推请黄昭吉委员昭顺于院会讨论时做补充说明。六、委员何新纯等22人提案及委员李俊毅等5人、委员徐真卫等3人所提修正动议，另定期继续审查。委员林立禅等4人提出临时提案，决议照案通过。散会，宣读完毕。好，请问委员，这个对上次的会议议事录，有没有错误或遗漏？假如没有的话，我们议事录确定，我们进行讨论事项。讨论事项继续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集会游行法修正草案等5案，审查本院委员苏志芬等18人依据集会游行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10案。二、审查请愿文书2案，分别为台中市议会、基隆市政府所提。宣读完毕。好，我们介绍列席的官员。内政部的陈纯敬、陈正次，警政署陈国恩、陈署长，刑事警察局刘伯良、刘局长。那另外就是我们还有营建署交通部的行政司、路政司，都有派代表列席。法务部、外交部、国防部、司法院、卫福部、国安局，台北市政府的警察局代表都有派员列席。好，这个台北市冯强生、冯督察，等一下假如说集会有请实务上一些状况，可以询问一些地方县市政府的意见的，所以有特别邀请他们列席。好，那我们这个集会游行法在第四次跟第十次会议讨论，除保留第5条、第11条、第22条、第24条、25条、26条及第9条第3项外，其余均已审查完毕。相关的条文内容，请委员参考议事人员所提供之书面资料。那来，梁委员。啊，来，那个，能更改是协商吗？协商有一个初步的结，初步的结论，还没确定。因为其他条我这边没有什么意见了，假住行够了，就在那边挖回低。所以针对唯一有一条请大家慎重考虑的，我在这边提一下。没关系，我们等一下我们把所有的条文因为我们上次是协商的结论嘛，对不对？那针对协商的结论，假如大家有意见条文的话，我是不是征求大家的意见呢？我们从第一条再把它再看再顺过一次，假如没有意见，我们就没有意见，这样好不好？这样比较不会漏掉可能你刚刚讲，因为
这个国安局对于这个总统府的这个限禁制区域的范围，他们有一些意见，等一下也要表达，好不好？好吧，你来关。不要紧，我先处理你的，不要紧啦。哎。来来来，等。那我们要等一下，等一下我们要再协商吗？还是怎么样？对呀、啊，我们再协商，就在台下讲就好了。来啦，来啦，来来，好，哦，你等一下，才九点十八呢，你进入咧赶，啊，念一下，念一下，来，我们协商休息，这个协商，来，刁文哥看一届啦，回头无到尾去看一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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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来来，协商，这哪条呢？那个名牌啦。他们希望这个名牌改标志或者数字。好，那个第十六条，来，我们先看一下啊、哦。来，这一张啊、哦。来，哎，那个主席，好、哦，谢谢哈、哦，谢谢各位同仁。那个第十六条里面写说，那个在集会游行的时候，主管机关派出所人员胸前要佩戴辨识身份的名牌了哈、哦，不得遮蔽。我想这一条我们所有的人应该都是有共识，就是说执法单位他除了在执法之外，他也必须要对百姓负责，同时有可知辨认的这一个相关可知辨认的，也是让他对他行为负责的一个方法。但是我觉得我们在参考很多国外的立法例或者是相关的这些规定以及实际执行的实际状况，重点应该在可知辨认，使其可以对其行为负责了，所以应该是有双辨识，胸前有那个号码牌，有背章，有号码牌，有背章，这是一般我们常看到在各国之间也比较通见的一个做法了哈、哦。这个，我想我们还是要给执勤的员警保留一点隐私跟他的尊严呐、啊，保留一点隐私跟他的尊严。我这样讲的意思不是要去说让他不对他自己的行为负责，不对执法负责了。但我想有背章哦，有背章，而且同时也有胸前的这个号码牌，我想已经完全足以让他。当他的执法行为如果有产生任何偏差的时候，他是必须要去负责的，每招每现的啦。所以我还是强烈的建议说，我们还是要慎重的考虑，双辨识有背章跟胸前的号码牌应该就可以了。好，这是我的看法，谢谢。那个上次我的印象在讨论的重点是在要胸前啦齁。胸前来给大家看一下。哦，啊，这样。他没有穿防护衣的，这样看不出来啊。好、哦。你讲对，这里呢？这里里对，这条。背章啊。这种来印度条，那个背章啊，银行啊。你讲印度的。那个小帽。小帽好。来，那个郑委员，这个警政署有来跟我讨论这件事情了哈。那他们提出来的是说，像这种防护衣哈，因为它基本上现在是有这个编号，但它不是个人装备，它是到了现场之后分配的。哦，但是我想你们会有作业会有 SOP 啦，就是说谁当天带了什么号码，
哦，这个是可以登记啦哈。那现在有一种情况是说，他们有提，这应该你们讲啊，我再帮你们讲。这个他们有跟我反映一种情况是说，有一些是临时被调往现场的哈，那或者是说情况不需要到穿防护衣的哈，那就像这种没有穿防护衣的，那他们现行是只有背章嘛，对不对？是现行是只有背章。哦，那个帽子上面是什么？没有号码，上面没有号码。好，目前没有号码，上面没有号码。好，现行就是这两种情况了哈。那我回过头来，我们的目的，我们修法的目的是说，要让身份足以辨识。那第一个，让他自己在行使职权的时候知道说，是可以追踪到他的身份的。这是一个防线啦，自我意识的提醒啦。第二节是对集会游行者权利的保障，他知道他面对的执勤的这个这个我们的警察同仁是谁。好，如果两造发生冲突的时候，后续有相关的规则可以来追究啦。我觉得我们目的集邮法目的是要保障民众的这个权利，所以我是想说在这个空间底下是可以讨论啦，就是说我们只要让后续可以追查他的身份，然后现场这个民众他是可以有一个这个依据啊去记忆，或者是说去了解他是谁啦哈。那当然最优是姓名啦，最优是姓名啦哈。那不过他们有反映一个问题，就是说临时被调往现场的他们可能名牌不是随时佩戴在身上，那如果要把名牌秀出来，等于他们全面，我们警察系统要全面去更换制服啦，那个就要回去修那个上次李委员讲是说另外那个服饰条例，就不是集邮法，所以那个就服饰条例要配。那如果说那个名牌他现场没有办法拿，会造成说他还要回去拿名牌哦。他们反映这情况，所以我是建议看委员大家是不是讨论，就是说足以辨识身份，但是背章哈，因为通常发生冲突都是手举起来，在行这个处理某些动作的时候，背章是很难辨识的，所以我是建议，如果说没有姓名，辨识身份一定至少要两组了，两处一定至少要两处，都可以，就是说我是建议一定至少要两处了，这是最后底线，但是最好还是姓名身份，但是呢就涉及服饰条例，好，这个请大家讨论，好，那另外是说，如果服饰条例没有修情况，就是说不管是防护衣或者是制服，都必须要有足以辨识身份两处以上，至少两处。哦，我的建议是说，有最好跟其次的方案，大家来讨论。啊，你这个背章啊，这边啊，无啦，无你就一个背章啦，啊，先看就是迄远景编号就好啊。没有啊，无啊，有啊，嘿啊。就两处了。哎呀，就有两处了啊。或者我们可以在那个法条的说明栏里面注明，就是说哪些地方至少两处这样子，或者说，我觉得按照政委刚才讲的精神，就注明至少两处啊，我来看其他委员的意见啊。我现在是整理之前的讨论了，我不是说我赞成这样哦。我的最佳方案还是姓胸前姓名，但那个名牌就涉及要去修那个制服条例嘛。对，那另外次家就不是次家了，就比较这个折中方案，就是说，替代方案，那可能看看是不是李委员大家意见，可以啦，有两个地方注意。那个我想请问哈，上一次太阳花发生事情的时候，后来有一些诉讼，那些警察人员其实大家都能辨识嘛，就是你们能不能说明那时候有哪些人是不能辨识的，有没有这样的状况？也抓不啦，因硬抓，啊，没收。足以辨识是责任。其他的有移送法办的有，我乃，只要查出来移送法办的有事件，只有一个。我们还是要说明，因为社会还在关注我们修法，对，不是只有我们。是，就要说明为什么。对，本来这情况吼，像我顶个迄个去行政院嘛，吼，啊，行政院内底，伊迄个盾牌啊，盾牌刚好编号。你把盾牌给他趴，对于这个，那这个衫呢是个还好啦，安尼个看有啦，哦，那讲是，安尼是看有啦。交通疏导他没有重点是足以辨识啦，对啦对啦。啊，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我们哈，按照这个足以辨识的精神，也让我们远景同仁执勤为自己负责哈，啊，保障民众权益，就是。我们就按照刚才那个注记的方式，就是足以辨识的地方两处啦，足以辨识的地方两处，安尼就好啦。他现在说，因为他平常的制服，他除了是集会型现场，他平常也要穿呐、啊。那平常可能是很多刑事案件，或者是对啊，
他面对的暴力情况是不一样的，大部分是暴力，所以这一点我是可以集中动作，认为说《制服条例》要慎比较慎重讨论，我是了解了。你讲穿这是只个袖和帽，对啦。小帽加。好了，好了。背章。啊。你是讲因为碰到是因咧办理刑事案件，常常拢因拢爱穿这个制服啦。好，来那个陈委员。是我请。所长啊，您今仔日答应得很轻松，我唔是反对这个代志。到底是警察怕人，还是啊人去怕警察？我现在一直要跟你们求证的一点，我当然不反对背章的一个识别出来，但是你要晓得，像警察，开枪的一个时机，你这个如果坐下来或是怎么样的时候，您搞不会警察大概都白躺，会不会造成这样的现象？你给他如果是有担当有坚持的时候，你也要考量你们在维持秩序的立场，啊，你们要这么放，我们都没有意见。但是别这样说轻轻猜猜就去答应，没人敢说这个话。现在的潮流里面，什么都是对的，你们都是不对的。但是你要想到你执勤任务可能发生的问题，所以这点你们要去深思啊。今天不要为了一时的痛快怎么样的时候，你全部都答应了。警察人员的注意很重要。我现在是这样给你建议，你自己去想看看，没人敢说这个话。尊严，你完全当然无错。啊，那个李俊立委员来，你说号码怎么样？来，李俊立委员，来，我这边哈，我这边有美国各州的警察制服啦。那大致上我把它归类一下，看起来可以有分两类，就是一般平常的制服。那平常的制服，大部分他们的各州的制服，它还是有姓名跟编号。那现在比较有问题的，就是说，如果在执勤的时候特别碰到特殊状况，像集会游行或是其他有在执行的时候，他们确实没有编号了，但是他们每一件防护衣后面可以清楚的辨识说这个是什么单位，他可以辨识不是只有 police 而已，他可以辨识是什么单位，他用防护衣或是他的背章，他可以确实看得出来。那我们的要求是至少他的编号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好，至少他的编号，包括背章或是背后，至少他的编号要看得非常清楚，这才是执勤的时候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嘛。好，发生问题要了解嘛。所以我觉得我们在集会游行法里面我们应该规范的就是说，你如果在集会游行执勤的时候，你的这个制服或是你的防护衣足以辨识你的编号是什么。以单位为编号。他其实因为他有时候动作的时候，他包括盾牌都要有编号啊，包括你的特殊的装备都要有编号啊，那个本来就应该要很清楚啊。李委员，接着李委员意见了，我是建议我刚刚那个折中的建议，就是说至少两处啦，就足以辨识身份的标志啊，至少两处啦哈，啊，看至少两处要在条文里还是在说明栏里。好，都可以哈。那要不要例举？就大家好，那个十六条或者是附带决议也可以处理这样。我们今天要把条文那个都要把它这个相关的这个文字把它确定下来哈。所以那个文字哈，请各位注意看哦，有没有这张小张的这张呢？大家有没有？大家都有吗？都一样了哈。十六，我看一下。那这个是什么？这个一样的。完整条文这一张呢？第十六条第二项 的最后一行，第二项第十六条第二项我念一次地方主管机关为协助保护集会游行所派之人员，应于胸前佩戴足以辨识其身份之标示。应佩戴了哈，辨识其身份标示。应佩戴足以辨识其身份之标示，来，不得遮蔽。至少两处要放在说明栏，说明栏。好，这样可以吗？好，杨委员。谢谢，我们的指挥机。饿了 ，OK 了。好，那我们来，我这样了哈，各位委员同仁，
我们以这两张哈，现行条这个我们在第一条开始把它看过一次，啊，那有保留的条文，我们再停下来啊，再好好的来审查。啊，我请议事人员。好，专门我们专委念一条，我们确认一条了哈，来，大家最后再看一次，来，第一条，为积极落实，第一条为积极落实宪法保障人民集会游行之自由，特制定本法。好，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来，第二条，我们就确定了哈，来，第二条。第二条，本法所称集会，指于公共场所或公众得出入之场所举行会议、演说或其他聚众活动。本法所称游行，指于市街、道路、巷弄或其他公共场所或公众得出入之场所之集体行进。好，那个。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确定第三条。第三条，本法所称主管机关，在中央为内政部，在地方为集会游行所在地之直辖市、县市政府。好，没有意见，来。主席，不好意思啊，对第三条哈。我的意见是这样啦，这跟内容没有什么关系啦，就是说这个本来就是集会游行保障法，我们这里有还有必要再写说为集会游行所在地吗？在地方就是直辖市、县市政府就好啦，因为它本来就是规范集会游行啦。哦，好，那个在地方为哈，这个等一下，这个。这个应该没这个好，在地方为啊、哦、直辖县市政府了哈、哦，在地方为直辖市县市政府啊、哦，好，那个文字我们就确定，来第四条，第四条、这个、行政院提案保留、啊，第五条。委员郑丽君等35人提案第四条，委员陈廷飞等23人提案第五条保留。这个不是啊，你们要给就现行条第五条嘛，对不对？就这一条嘛。对对对对对。好，这个就是这一条是什么呢？各位委员同仁，这个庄委员瑞雄开会要认真一点，庄委员。那个就来了，我跟各位看一下这个条文对照表哈、哦、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在讲的第四条、第五条，给大家看一下，争点是什么？他不是已经决定了吗？郑丽君的版本吗？不是讲好了吗？啊，这个有什么问题呢？上次不是已经讲了吗？他就是他如果报备的话，他政府机关要帮他们保护他的机会。对啊，对啊。好，那个第四条啊、哦，行政院的提案是第五条，啊、哦，郑丽君委员的条文是第四条。那陈廷飞委员的是第五条，各位那个条文看一下哈。我们以郑丽君委员的版本通过，有没有意见？差不多了，两个差不多文字的叙述而已了。啊。好，假如没有的话，我们就按照郑丽君委员的第四条通。啊，来来来！当时还有您提的那些人东西要协助取得那个使用权。啊，后来再。好的，好，等一下哈。啊，这个是什么了？就这一个，就这个嘛，就这。哦，各者修正的。批准五节修正动议。是是。好。OK。那本席有提一个修正动议，是第四条的第二项。
好，依法报备举行之集会游行，主管机关应协助场地取得。再特别再讲场地的这个部分啊，这是第二页，嗯。嗯，那、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谁的？这是你们的。啊，陈其迈委员。对对对，加的刚刚那个划线的协助。我的场地是在，我有修正动议啊。这不是场地，这还没有到场地，就是不得已强迫胁迫的方法。我主席我也有修正动议，跟我就主席的修正动议一样。我是这一条应该是有修正动议，就是四个人修正动议，好，就是成委员跟你四个人的修正，哦，四个人的修正动议，对，那是怎么样？用我的第二项用，那我主席我是修正动议了啦，不是旧的版，不是第四条原本，另外修正动议，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是你的，这个都不要。我知道我在找你。主席，这个第四条哈，警政署退，这是不是请署长说明一下哈？就直接用你这个就加的这几个字，就涵盖前面的提案的条文。所以这个就。主席。来，那个对，那个第四条哈，这个。警政署提的这个意见是不是请署长说明一下哈？来，跟各位委员报告哈，这个条文行政院版是第五条，那个政委员是第四条，那个第四条，那这里面我们有事先有研究过哈，我们主任秘书啊跟我们地方的警察机关呢、啊，他们开过会，那这里面他们是希望说，除了这个。任何人不得强迫、胁迫或其他方法予以妨碍之外，那也留给我们在执行的执法的单位啊，有一点采取必要的措施。所以在最后面呢、啊，我们对应那个写出来，为了保障集会游行和平进行，地方主管机关应依职权采取必要的措施，必要的时候可以设定安全警戒线的。大概我们的意思是这样，希望能够在执法上大家都很平安的、啊，也能够保障到。双方哈，执法的跟那个我们这集会游行人的一个权利的，是希望能够我们。界限，你后面没有秘密解散权那一条。啊，他们就在后面，在后面哈，对。报告委员哈，还有，因为这个条文。原先我们的立法当时候行政院版是报备制，那现在已经改成自愿报备制。那自愿报备制因为要确定免于遭受到强暴或者胁迫其他方非法的方法妨碍这个集会游行，所以我们是希望说让实务单位在运作的时候有一些职权上面的相关措施可以去执行。所以另外就是说，万一有多场次的这种集会游行的时候，那我们要有一个安全警戒线的设立，来保障彼此之间的集会游行的安全，这样子。所以才参考委员的这些意见哈，我们是不是希望说，让我们有执行上必要的措施这种权限？另外就是说，在比较紧急的部分啊，那我们设立一个安全警戒线去防止这冲突。所以有加这个修正的這個。我要请问啊，那个安全警戒线可不可以用蛇龙那些去弄？到时候有用适当的那种交通锥等等，可以去做蛇龙隔离这样子。蛇龙可以就对。那要看那个状况，如果是说，必要的时候，要符合这个比例的原则。主角器材。哎。对，就是要看比例的原则这样子。所以主席，我觉得如果说把它弄到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我们在外界上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观感？我觉得可能还是我们必须要斟酌的吧，对不对？这个是当初跟这个跟当初说要会这个法的那个不太一样啊。如果立场对立很鲜明，当然立场对立的很鲜明，对啊。这个哈，这个是当然，安尼甲咱解释的是双方面啦哈。
啊，但是你若要去抗议行政院，也是要去抗议政府机关吼。这个意思就是蛇龙啊。对啊，我就是讲蛇龙啊，这个蛇龙啊。当然啦。你行政院，我感觉这无需要去用个蛇龙啊。例如啦哈，迄行政院规个拢用蛇龙甲包起来，安尼敢好？这里面是讲说，为了保障很多团体啊，比如说我是合法有报备的，有的是没有报备的，那我要区隔，要区隔，不要用人的、啊。那个部分是另外那个。不要用人去了，就是用一些阻截器材、交通锯嘛，或者是说能够区隔的，那隔开了，不然因为有人在那边挡梁，双方这会。条文呢？对，原行政院先。主席，我讲一下不？来，那个警政署提出来这个哈、哦，设立安全警戒线。你们我们现在希望集会游行，警政署出来保障哈、哦，所以设立安全警戒线这个概念我们可以接受。但是安全警戒线的范围内容到底是什么？这个必须详细说明。我举一个最具体的例子哈、哦，我们嘉义市每年在选举的时候都有中央喷水的绕街啦，啊，伊就是中间用棒啊顶起来，啊，就两边个人画个人的啊，啊，这个不会有问题。那你如果说这个都不要，那可能就会有冲突了。好、哦、啊，但是如果说哎是蛇龙或是巨马，然后挡住哦，比如说挡住立法院、挡住行政院，那这个我们又不能接受。所以有关这个安全警戒线到底是什么范围，我想警政署应该做比较详细的说明。不啦，这里我请教了哈。你原条文我看一下好不好？原条文，集会游行法原条文，就说集会游行法，那个议事人员把完整的集会游行法原来的条文印一份给我。主席，我看一下。主席，来，这块是安内啦，我跟警政署这个案给大家好了啦。我也觉得很奇怪，就是说集会游行，你去设立这个。在这个游行场所设立安全警戒线，这个听起来似乎言之成理啦。但是你放在这个第最后一款、最后一项，而且这个条文这样兜哈、哦，你会觉得它很奇怪。你说为了保障集会游行和平的进行，你去设立这个警戒线，听起来你们的意思是在保护官署，那并不是为了保障集会。那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怪，你这个是、啊、这个有一点偷渡啊，暗度陈仓的感觉。设立警戒线这个部分可以讨论，但是你这胡诌一个理由，说为了保障集会游行的和平进行，这个叫鬼扯。你被安全警戒线其实我可以接受，但是你不要乱兜这样的一个理由，是为了保障集会，这个怪怪的，我不晓得。本会其他的同仁的看法是如何了？我刚才就提出来了，你弄个蛇龙在那边，然后弄个什么东西在那边，然后其实就是不让我们去游行。所以嘛，我就说你警政署提不让我们去集会游行。你警政署提出一个可以有办法，朝野都马上就可以看得出这是一个障眼法的一个条文的。干嘛咧？哎啦，这个怪囡仔啦！是一看到知影这个偷渡的呀、啊，这未通啦。没啦，冲突啦，不是说不能设警戒线啦，是说你去讲说是为了保障集会游行，这个很明显是保障官署，不是不能保护。可是不应该放在这里啦，不应该放在这个条文，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设计。那你不应该放在第四条，然后前面去讲这我、哦、义正辞严是为了保障集会，你挖哥还是逗骗人，但很骗金啊，嗯，可以，但是你应该放在别的地方，嗯。这个我赞成庄委员的意见了，因为第四条哈很清楚是集会游行之保障，第四条的旨意是这样。所以他是在刻意这个我们主管机关的责任，就是要协助维持交通秩序，保护集会游行进行嘛。那本席跟主席的这个修正动议，特别再把这个协助取得场地使用哈，这个把它修正动议把它加进来。所以这边就要清楚在处理怎么样保障集会游行的权利啦。那你们不应该在这边用这个保障之名啊，然后放弃你们说要采取必要措施，这个很模糊啊。也不知道内容是什么，然后安全警戒线不应该在这边处理，是不是到后面我们讨论命令解散权或是安全距离的时候再来看怎么处理，好，这样才会清楚嘛。对，到哪里处理我们后续看下去我们就会了解，这个先说字啦。其实在这里把它讲清楚也没什么不好，
因为这里这个讲的东西哈，这个就是空白授权嘛，就是我们，所以我一开始你们在审这个，我是说干脆把集会法退掉，就把它退回去就好了，就撤掉就好，因为这个很清楚啊，这个就是我当时要设蛇笼，我当时要冲啥，通通是按照地方主管机关依照他的职权必要，他就可以做的呢。啊，有意思出的，啊，那叫偷渡嘛，这叫做空白授权嘛，对不？这真严重的代志啊！那参观领当时，我当时说，要不然就把它把集会就把它撤掉就好了。那干嘛用一个集会游行保障给无意，然后还去出不去出，安尼都无意思啊！不要紧啦，人都要保障，你是咧不要紧啦。就很清楚嘛，这种就是空白授权嘛，对不对？我请教一下哈，那个我们那个假设了哈，假设像啊、这个一些机关禁制区域嘛哈，那我们这个游行啊的这个禁制区设的这个范围哈，那我们可能要设置相关的隔离的措施嘛，哈，比如说这个是军事基地啊，哈，或者是维护元首安全，那个本来就你们就可以设蛇笼啊，又没有说不能设啊，法律规定又没有说禁止你们去设置相关的设施啊，所以没有必要在集会法这边再修法嘛，这没有必要啊，其他法令在警械，警察之前，警察之前其他法令就有规定啊。是，这个其实在其他法院都有规定啊。你们为了防范冲突啦，假设像你们所讲的，其他法院你们就可以去区隔嘛。哦，那当然要看现场的状况嘛。哦，现场的状况，假如说，譬如说他是用人墙围起来啊、哦，那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可能你们要拉线啊，或者是用怎么样的做区隔，这个没有必要在这里再做处理啊。但是，主席，主席，我有一个也是要做一个提醒啦。像比如说，你一个场域啊，一个机关啊，有可能来的，不要说十场啊，来五个就好啊，五个团队就好啊。啊，如果是不同立场的，那你确实没有给主管机关一定的一个作为的权限哈。这个也奇怪了哈，这个也奇怪。但是。这个我不能听你们，我的想法，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可是我理由跟你们不一样，理由真的是跟你们不一样，而且未必是在这个地方做处理啦、哦、所以大家思考一下啦，是不是你们这个对岸应该提出这样的一个我认为 不一定在第四条处理，我认为有必要，但是理由也不对。主席，那个实务上哈，我们现在现行的这个大家的版本啊，我们现在都是要自愿报备制嘛哈，但是因为我们现在主席还在逐一确认啊，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确认到第五条。第五条上次是倾向有安全距离嘛，啊，主席，因为第五条还没确认，那个不用讨论了哈。那个我刚刚看了这个《警察职权行使法》第27条，警察行使职权为排除危害。得将妨碍之人，车暂时驱离或禁止进入嘛？那特种侵入条例的第几条？第12条吗？对，12条。哎、欸，划出安全维护区及设置。那也有安全维护区的规定了，所以其他法令都有规定的，我们就在这里就不处理了。哎、欸，特种侵入条例第12条啊、哦，我念给各位哈。因应危害防止之必要，得划出安全维护区及设置安全设施啦，这个本来就有啦。哦，但是这个是特勤的时候了，这个是只有在有特勤的时候才适用安全维护区，这是特勤条例第12条啊。警察职权行使法27条，对。警察可以吧？警察职权行使法这个可以的。会排除危害嘛？哈，这是特勤条例才有这一条。
报告，报告主席，哦，实务单位哈，这个台北市啊，那我想是这样的啊，就是安全起见先，因为集会游行法现在以后才自愿报备制，那自愿报备制事实上我们的安全起见先其实某种程度只是在防止必要的冲突跟基本权的这个横平啊，比方说我们的考量是说，比方说有很多的集会场所，那冲突啊，或是已经申请在前的，或申请在后，这中间有纠葛的时候，我们用安全警戒线，只是在维护双方之间的这个公共路权的使用，让他们能够平和进行。唯一的目的就是在这里啊，就是把那个安全警戒线画下来。再者啦，这个安全警戒线，这个外国体系像美国都有啊。那它可以减少警察使用的警力啦，就是画下来以后，大家有一个很有程序、很有规矩的哈，大家有分开来去做处理，不是说那个安全警戒线一定是要妨碍这个集会游行的进行，是相反的，我们是因为这样子让大家能够彼此和平进行，是这样的一个立法目的啦。所以那刚刚讲说职权行使法跟那个特勤条例，因为特勤条例用在特勤啦，安全距离会用哪一种？安全距离。啊，第二点就是说，这个条文到底要在哪一个条文讨论？可以讨论。跟各位委员报告，刚刚委员提到的时候，是不是使用特勤条例？特勤条例的那个安全警戒线是在特勤的时候才能使用。安全距离就在我们重要机关，那个是管制区。不一定是特勤，那管制区。另外要补充的，对，也会，就是安全就好。这个赵伟，因为哈第四条是要保障集会游行了哈，跟课以政府责任，我觉得不适合在这边处理啦。那但是我们现在还没进行的第五条哈，上次是倾向有安全距离啦，所以也许这边可能讨论一下需不需要。那另外是本席的第八条是处理也有一个安全隔离区的概念啦，就是说有不同团体要去游行集会游行的时候，需要协助他设置安全隔离区啦。好，那这个用什么方式为之，就是这个都还可以讨论啊，但是无论如何就是不在第四条啦，可能是在后面再去讨论有没有需要赋予这样的一个在集会游行法的职权，或者是有其他警察职权行使法可以来用，是不是客观的把其他的法的法条拿出来比较一下。好，这个第四条了哈，我们这因为这个前面都还是在做一些原则性的一些规定啊，哦，实际实务上的执行在后面才会，政令委的第八条里面才会去处理的。对对对，好，哦，所以我们这一条第四条这个部分哈，我是不是建议说，政令委版本的第一项哈，跟后面的本席的修正的第二项把它接起来，这样可以吗？哦，来，那个议事人员来念一下啊，修正的意见文字。第四条，对集会游行任何人不得以强暴、胁迫或其他非法方法予以妨害，依法报备举行之集会游行地方主管机关应派员协助维持交通秩序，并保护集会游行之进行，免于遭受强暴、胁迫或其他。第四条，对于集会游行任何人不得以强暴、胁迫或其他非法方法予以妨害，依法报备举行之集会游行主管机关应协助取得场地使用，派员协助维持交通秩序，并保护集会游行之进行，免于遭受强暴、胁迫或其他非法方法之妨害。好，那个就是我们假如看这个条文对照表，这个啊，是在第二页的这个政令委员的第四条，我们就按照刚刚的这个修正的文字确定。
好，好，接下来第五条，禁止区域的部分。第五条，集会游行于下列机关构地区之周边举行者，应于安全距离外为之，但经主管机关核准者不在此限：一、总统府；二、司法院各级法院及检察署；三、国际机场、港口；四、重要军事设施地区；五、行政院、考试院及总统、副总统官邸；六、各国驻华使领馆、代表机构、国际组织驻华机构及其馆长官邸；七、医疗院所。前项安全距离由内政部会商有关机关划定，并刊登政府公报公告之。第一款至第四款之安全距离不得逾100公尺，第五款至第七款之安全距离不得逾50公尺。好，这个来国安局，国安局对总统府这个部分有意见，来，我们请国安局说明一下。哎，冷气了，太凉了。冷气上冷，后盖要开冷气啊，我同意啊。哦，大家拢爱开个冷气机，调低一点了，开玩笑了，把调温度不要那么低了，哎。跟委员报告一下，就是说针对这一点，我们安全局的特勤中心有两点意见。第一个就是第一款的部分，有关那个总统府的那个安全距离，我们印给大家吗？来来来，建议就是能够维持我们，因为配合我们现行的那个警卫安全措施。因为上次张德正冲撞总统府的时候，经过检讨，就是那个纵深不足嘛。那现行我们的，依照特勤条例，我们划的这个安全误区就是，法定的是大概有2公里，但是我们现行大概有300公尺。那如果说缩短到100公尺的话，可能对我们的警卫安全维护措施上面是有影响的。跟委员报告。早上讲的跟你现在讲又不一样嘞，那你们自己内部意见都在干什么呢？跟委员报告，首先报告总统寓所的部分，总统府的部分，有关刚刚修正条例的总统府的部分，按照现况啊，我们的是从公海口，就公园路跟凯道，包括政委员是您左手边的那一张纸，好，现况是这样，距离是300公尺，300公尺。那刚刚这个修正条例里面有建议改成说不得逾越100公尺，那我们也实际去看过。不得逾越100公尺，在南北广场襄阳路左右。那如果说这样的状况，对我们来讲的纵深，对特勤安全来讲，纵深是有影响，因为总统府是元首跟副元首平日固定上下班的地方。就那个就是淮阳街那一个，就前面，是就是那个前面那个南北广场的尾端。的淮阴街，对不起，淮阴街是。不了解什么？因为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是这样的距离是确实是不够。那是其中一段。那个我想了解一下哈。公园路了，哎，公园路。那个上一次哈。台北宾馆那里。你刚在台北宾馆前面，就外交部跟台北宾馆间。这样太短。那个我记得上一次有一个货车去撞总统府那个哈。是。他们告诉我说，还好他。这个跑道的路不够长，如果那个路够长的话，就冲上去了。你看我们在跑飞机也是一样啊，那个跑道够长的话，冲力才够啊。啊你说跑道让它更长，这很奇怪啊。你这个跑道弄，现在不是跑道，说你说不是说要300公尺，那不是跑道就够长了吗？管制。跟委员报告，这个跟飞机起跑的那种意识有点不太一样的是说，我们的安全纵深，因为我们做安全的考量是希望所有的状况都要用最大化，但是我们也会兼顾到集会游行相关的状况。跟委员们报告，我们数据上统计啊，从民国94年到现在，平均每一年有500件到总统府陈情请愿，那相对性的集会游行的
大型的集会游行活动，比方说是在公海口也有举行大型集会游行活动，那个位置也是在公海口，那大家已经行之有年了，这个那个大家在配合上面，还有我们既定的安全作为上面，都能满足双方的需要，是取得一个平衡点。跟委员们报告，总统府这一部分。我请教一下，是，请问你们那个起算点是什么？就是总统府前的水沟盖。前缘开始往前推，推到公开口。总统府前水沟盖是指什么？因为我们要下那个图，因为那边算是你说会那从那里算到怀宁街就超过100公尺，但你如果从外面那个人行道算的话呢？还不够。对啦，你们要讲解释清楚嘛。从进来，好，我们从这里开始起。这样算，这样算100公尺，不就到怀宁街吗？到这边100公尺。对啊，那你们刚刚算的话，说要200多，是从那个总统府阶梯前那里吗？对对，再往前到这边来。外交部在哪里？从哪里开始？从这里开始。因为主席是这样了，因为我们现在是针对总统府哈。事实上，我们这一条文是有各款呐、啊，对不对？对。那我们是做一个原则性100公尺嘛。好、哦、啊，其实各款的，比如说司法院、各级法院，它的那个建筑物跟它周边道路跟人行道面积，好、哦，其实概念不一定一样啦。我建议是不是我们原则性还是定一个距离，但是它怎么划定有一个弹性，让所在地方政府跟机构去讨论。也就是说，我们这边没有办法确定总统府到时候从哪里划嘛，但是我们就是定一个距离，那总统府怎么划就让地方政府去讨论，司法院怎么划，各级法院怎么划，检察署让地方政府去讨论。你让他们去讨论哦，范围假如没有大家先讨论你，他们会划得很远的。在原本未修正的机油法里面是300公尺，我建议是先、如果说哈，现在是第一款到第四款了哈，如果说第二款到第四款都照这个100公尺的话。黑司法院呐、啊，各级法院呐、啊，检察署啊，拢总袂使集会游行啊。对了，这全部都不能集会游行啦、啊。你看那个各位委员，对不对？什么港口啦，什么全部都不能那个游行的。我们让会议进行顺利一点了哈，一个来啦，啊，就按照这个各款这样检查再一遍，好不好？所以第一个总统，我要先把它先赶快讨论完。总统，我觉得你要几公尺啦？建议原始原案是300。啊，你考到我讲百五，就卖个三百。三百太，三百就听不到了。包委员是不是可以让直接总统府跟官邸让他不是啦，三百就自绝于人民的声音了，太远了。跟我说150可以，那现在谁？你们到底是谁在负责这件事啦？三百就真的太远了，我们都是民进党委员，站在这里站一排，到底是谁在负责啦？是早上来跟我讲150说好，现在又马上又变300。那、是谁啊？这已经说好。啊，是你的话，你早上不是跟我讲150可以吗？是啊，我们是，不是啊？你们来开会要负责嘛？是，你所有的状况都讲清楚嘛？对不对？那你们才来啊，啊，不然来一下150，一下300，有什么意见？那你们都没有在做功课是不是啊？你150要150的依据啊，300有300的依据啊，你要说服委员大家接受你们的看法啊。包委员，我是台北市中正一分局的副分局长。150，他国安局讲的150是含怀宁街，现在100是不含。从哪里算？从总统府。哦、花哪里算讲清楚、啊？从总统府的花台开始算。来用来好、哦，来这个比来从哎对对啊，开始省一百，刚好只到那个怀宁街的一半，没有办法含怀宁街。那到怀宁街要多少？要超过100。就150嘛，就是早上讲150。哦，那150就到了228公园一半。我因为我是，那你在，因为我在实务委员碰，那我们建议啊，建议是不是就总统府哈、啊，因为我也在委员经啊，我哦从花台开始算，
因为到就前面瓦靠那个就是他的那个人行道那边，还人行道那边，对人行道，这里又不算，是会可以上升的栅栏，对对，可以上升的栅栏那里，对对对，哎，对，外挡嘛，它的防护区，对，对，它有，它有一个降载器了，一个降载器，对，对，而且它有那个主，要折中节了，嗯，挡住了，不不，大了大了，啊，折中节了，对对，哎谁啊？这个让他们安全当然先表达意见了，对啊，你们来说明，你不要比英国更长，英国一公里呢，对啊，你们来说明，你要讲一些科学的根据啊，什么什么什么开车冲撞总统府，从那里算，那个又不是集会游行，那个你们路口监视器在警服务那里就开始在锁定了、啊，不是一公里，对不对？你们警卫是你要看监视器，你要看到啊，基本上在讲集会游行，你要说服委员是说好。那个距离几公尺，假如说有人在集会游行最前端，他要开车冲撞，你们预警的时间要多少？那你所以你们安全距离是多少？你要讲这个嘛？啊，准备好做完功课再来啊，对不对？那个主席，那个我请问一下啊，如果是集会游行，有没有那个扩音器，也有战车的设备？啊，如果有战车的设备，他如果真的是有心要冲撞100公尺是不够的啦。我这一点我倒是坚持跟国安局的看法是一样。我想啊，不管是谁当总统嘛，像以前马英九当总统，我每次希望他不要有受到冲撞，对不对？未来蔡英文当总统，我也认为说应该是这样子来保障。这个元首为安哦，这个因为那个没有什么党派啦，那个集会游行他可以用战车啦。如果是没有这些车辆的限制的话，我想只有光人民，只有用声音的话，当然300公尺听不到，这个我们可以接受。一起搞车去的时阵，一车啦，真正要弄。哎，拍谁哈？那真正哈，哎，因为我以前去总统府抗争过了，那个两个子弹，没有，照样拜托，照样用那个什么，那个叫蛇龙啦，照样用那个水给你冲了，冲啊，鬼辛苦了，我先到等来了，你我要照不对行照了，真的，因为你到总统府的前面一定就是蛇龙，这个哪谁当总统都一样，那个时候那个还没有就任，好，对不对？陈水扁还没有就任，李登辉还在当总统，我们去那边抗争，还不是一样的蛇龙杀出来，然后那个水柱给你冲，你看你外高坐，你坐你都好冲走，都哦，剩一个倒腾啊，安尼就对了。好，所以哈、那個，你说那个战车如果集会游行是不可能可以开进去的，因为他那边一定用蛇龙，那个又按照这个特勤组织什么什么特勤，刚刚拿了一张特勤的那個、这什么特勤什么条例啊？特种勤务条例的话，保证总统府前面就是用蛇龙，这个很清楚，就是可以用。所以这点嘛，洪委员你没烦恼啦，你放心嘛。好，那个国安局再讲一次，来，你们的意见啊，理由是什么？理由是什么？要100、150或300，你们的理由是什么？要讲清楚。各位委员报告，300公尺是现行的状况。那我们也相信集会游行在既有设施之下是可以完成的。那我们也要不排除说有一些群众会失控。那我们以这样的安全考量是建议是用300。那至于实地的距离，如果是要100或150的部分，建议我们是限地实施会勘，因为就照片上刚刚做整个距离来看的话，我们在现场是没办法说，在这里是没办法说清楚。建议主席是否我们可以在现地再做一个现地的了解，来实际了解一下整个路况跟集会游行的历年来的现况，再做个讨论报告。你们这些都是我们在修法，啊，你们也知道这个有问题嘛，对不对？你们都为什么都不做功课呢？对不对？我们都对元首为安，这个大家都。谢谢主席，他早上跟你讲150嘛哈，早上他跟你讲150嘛哈，那现在按照那个图，好像150是到按照这个图哈，是到228的一半嘛，对不对？刚好一半。那如果再加五十，200，有没有到开口？公园开到，应该是到公园路，200，不啦，这里哈，实地会勘呐，实地会勘的啦，会勘。你即摆要去会勘咯？你无啦，你徛开始要去会勘哪晓啦？
不啦不啦不啦，我跟各位建议了哈，来来那个我跟各位建议，到公园路是300嘛，对不对？到公园路有一个好处啦，就300公尺的话，因为公园路是环一条路未塌啦，一车个会走啦，所以咱的选择就是你要把公园路给塌起来，啊、哦，150公尺啊，我要紧100公尺，我要紧，但公园路就塌的啦。其实我是较考虑着交通的问题啦，那150到300应该还好啦。现在公牌口它现况在公园路还是？因为你脚公园路也塞住，就是还是可以车行的。博爱区里面啊，公园是不含的，对，公园路还是可以车辆。公园路还是可以移动车辆啦，所以对交通的冲击会比较小啦。简单讲是这样啦。所以是多少？所以他是建议维持300啦。啊，那怀宁街，你怀宁街这样一塞，公园路的替代交通的状况冲击会比较大啦，因为人多嘛，你中山北路的有可能塌啦嘛，啊，公园路啊小块会疏解，你若塌的安尼是剩凯道一条，重庆南路啦，交通冲击的考量啦，简单讲是这样啦。150他们大概没有什么太大意见啦。150看到套早跟他说150啊。你早上说150没有问题，现在要改300，我觉得很难说服大家。公园路是300-150。公园路是300。你的限行，咱现在在游行是不是落车都在公园路落车？咱都在那落车嘛。坐啦，现场看麦啦。现场看麦，总是有这个。我进来会看嘛。来开玩笑了。主席，我的看法是这样了哈。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是，我们要回来，就是说第五条是因为有七款，然后七款里面呢，上次讨论的是两种距离嘛，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谈的是强度比较高的这个1-4款嘛。那我们现在是以总统府为例在讨论这个例子。委员建议是不是就是除第一款，就总统府以外的，变成三种。对，所以我们现在主席，我们现在就讨论的逻辑啦，哈，要不我们就说分三种，要不我们就确立说逐一来设，要不然每一种的这个机关它所处的地形不太一样，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定了一个100，的确它有一些会以道路面积来划，所以也有可能我们是一个 range 一个范围，然后呢让这个地方政府跟所属机关去划定，因为说实在立法院不是行政机关啦。我们去会刊也不对了，我们去会刊了，然后说总统府我们建议画这样画那样，这个司法院画那样画那样，我觉得那也是行政权的一部分了。但是我们之所以要立这个法，是要保障人民集会游行的权利，我们的角色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能够，我们还是要一个适当的距离，不能太远，到人民集会游行根本到那个机关都等于是远离那个机关啦，好、哦，那我们没有办法，人民的意见没有办法做某种形式上的展现了。所以我们立委是要兼顾这个责任，但是至于怎么划，依照那个道路的所处的位置，这个要让是不是建议让行政机关有一点弹性，所以也许我们考虑是说几公尺到几公尺，好，然后让行政机关有一点弹性，但是我觉得300真的是太远了啦，不得已，好，不得已啦哈啊，但是让行政机关它的起算有一点弹性啊，你不得已300。300我觉得真的是太远了，300真的是太远了。大家都有经验啦，抗争我们也抗争过，也不是没抗争过。你画300，你就是从300开始起算，你绝对不会帮我弄到200。哎，问你警惕行政，哎，国民党在执政，国民党的市长，300我们去申请都被抓走。300那时候是马英九当市长，300比较远啊。我觉得300比较远。你看，对啊，那时候马英九当市长啊，我们去抗争的时候他当市长啊。然后还被警政署抓走，对，这有一点奇怪。
强力当工，那个大概多远？他是为了官邸来的，但是像特勤中心是谁？是你啊？哎呀，对啊。那不要。好，那个各位委员同仁。不，那个安尼啦吼，没有，所以我说你们讲要我们委员，你们要告诉委员，我们在各种状况。我们那一天在讨论100公尺怎么来，是说标枪嘛，丢石头、丢手榴弹嘛，你大概最远100公尺嘛，对不对？所以你哪里要吼标枪，你要下，你也下不了总统府了。那伊即卖咧讲，因为只有有行李箱内底安全的物件，你不可能每一个人去遐敲嘛，所以有可能的物件内底有可能炸弹、强力弹弓。哦，还是一个十字弓，哦，它有一个距离嘛，所以总统的维安的一个考量，哦，假如说维持大概200公尺或300公尺，那这样大概是一个比较安全可以防护的一个距离啦，较袂遐直接啦。无你伫遐游行，哪有人，就比方总统的车队遐过，伊用强力弹弓还是用这个十字弓，哦，那个要有一个距离啦，所以在考量那个距离是一个。是没有错，要稍微拉长一点的。哦，那个十字弓那个大概多远？安全呐、啊，那下一阵的距离它往。你下什么回啊？上次在讲狙击手是300公尺嘛，对不对？总统府最高的。现在的狙击手1000公尺都打到，也没有都到三百。步枪有枪有效距离是300，没有错。步枪是300。啊，如果你狙击枪的话，1000公里都打得到。什么枪啊？狙击枪。我为了瞄准的他。我指的是说，包委员，我们是站在安全的角度跟委员报告我们这所有的状况。狙击枪有没有集会游行都可能存在。好、那個，你们了解我意思吗？拿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不能用那个特例，那个是你们防止武力，那个是你们本来的全面的职责，对。对，所以我们不能因为狙击枪，那以后各种武器的距离，我们没有办法跟集会游行这两个脱钩讨论啊。好，因为本来你只要任何有携带武器的情况，这个是已经是武力的，用其他的法律来处理了。好，因为你上次没有参与我们的讨论啊，哎，对，所以这个很难用这样的委员报告。报告郑委员，您刚刚也提到地形地物，我们现在综合的考量是说，当然我们特勤不会无限上纲，说1公里以外都打得到人，我们用最客观现况、交通、保障人民集会游行跟特勤兼顾现场地形地物，我们建议维持现况就是在公开。那事实上，公园路它在集会游行的时候，历年来十几年下来，公园路的车辆跟人行人都可以通行无阻，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而且集会游行，大家的集会的素质越来越高。事实上，我们的验证下来也都没有什么问题。跟委员报告。啊、你说集会游行的素质越来越高，那集会游行应该越来越单纯，那、啊、怎么会拿枪在那边？不可能嘛！安全呐、啊，咱我的场是安全。迄内底哪有迄个惨嘛？唔是，因为咱无可能检查啊，万几个人，我无可能一个去检查、啊。不一样。也有战车路在画口号，啊，尤其啊，我屏幕都看不到，我不可能来。OK， 我补充一下，各位跟委员报告哈，那么特勤中心跟我们中正一分局很有之前的经验，因为各种状况都不一样。刚刚讲说狙击手，刚刚讲步枪，那如果稍微有人出现，没有聚众活动，有人出现，他们就会跑出来看的了。但是很多人在现场，他就不能检查任何物品，他不晓得里面有什么东西，他们不知道啊。那么现在讲那个总统府周边，因为宪兵。还有那个，他们有花台，怕冲撞有花台，还有怕有那个交通那个车辆要进去，他有那个地虎闸会升起来，那个极限就是到重庆南路行人道、认真行道了、哦、他有函嘛，有函，他的防护区就在那个地方了，就是说从那个地方算是比较合理的，不是从大门算的，那因为他已经防护线在里面了哈、哦，从那个地方算到公凯口，就是公园凯道口，大概300。那我们讲不得于300，其实其他的就是只有公园跟凯道口是300，其他就譬如说爱国西路180到贵阳街到衡阳路，那都100多，
所以它周边呢、啊、只有这个地方最长，其他的周边都是100多、200多了。所以是不是还是维持中东湖的部分，是不是还维持原来的不得已300、嗯、这样比较环保交通比较好走。来了，那个各位委员同仁，总统府哈，我们还是尊重这个国安局的建议了哈。总统府的安全距离不得于300公尺，不得于哈，意思是说叫，哎，不超过了，哎，但是不是代表说你们要这个设300公尺了？是，啊、哦，是。那另外一个方案就是大概200公尺了，前进100公尺。各位委员，我们表达一下，我们做个决定。来，各位委员。那早上的150公尺呢？不见了。嘛是会使啊，都看大家意见安怎。嗯。他们自己要求150，啊，我们把它退到300，这很奇怪哎、欸。对呀、啊。百五是算斤啦，那万一哪讲你说。啊，那两百，我觉得200我们还可以接受了，因为既然说是要那个的话。因为要28公里。啊，无你是安那一开始知影讲150吧？150是一个选项，啊，300是一个选项来委员报告。阮的立场是安尼啦，毋是讲150就是个对头，是这个150的这个意思，伊的150是排名者啦。诶、欸，那是现场很。好，那个各位委员同仁。对，现在是真报委员。因为总统的维安嘛，适用到所有的机关，现在总统府的部分。只有特别总统府啦。对，特别针对总统府。顾律师，哎、欸。现在在讨论总统府的维安禁制区域了哈，原来现行是300公尺到公园路嘛，本来上个礼拜我们通过是100公尺了，他们现在维安的一个考量说啊，还是要建议维持原来300公尺，嗯，100忽然退300了，怕大家会有意见吗？好，100把它变300，看大家有意见吗？有一些疑问哈，想请问一下国安单位哦，因为原民哦，我们就曾经在这边被抓去关哦，300公尺的这个问题，所以我特别感兴趣。我这边因为我们在讲总统府哦，我拿到一张白宫的图，我是很想知道说别人是怎么处理他的维安。这个抱歉，因为这个 Google Map 它很小哈，这个小小的地方，等一下大家可以看，这边是白宫，然后它这个是白宫前广场，好。白宫前广场，它前面因为本来就有围墙，所以它围墙从白宫那个总统住的家到围墙这里大概50公尺，那它人民是可以在这个围墙还有这一块蓝色拉法叶公园这边去陈抗或游行的。好，那这个是美国的白宫，那加拿大的国会，你们去 Google Map 看也是一样相同的距离，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天然的屏障啦。例如说它本来就有一个围墙，或刚好一条路旁边一个围墙，刚好旁边又有一个公园，所以他们其实是靠近总统那么近的。可是我现在讲的就是两个原则，一个就是说的确我们现在很难就划定说150、100还是300，然后针对特定的地区就是定一个死的规则。但是如果我们让所有的像委员刚刚讲的，如果县市政府哦又授权给他去针对特定的不同的集会游行的地区划定不同的空间，好像又担心有一些哦好像没有一个原则，可能会越划越远。所以我第一个问题是说哦，我再举一个例子哦，例如说纽约就是美国的最高法院，我这边有一个他的规则，他最高法院他这边讲的非常的清楚哈，就是说要去陈抗的人，他也是一个天然的屏障。大家看过那个去过现场会知道，最高法院他有楼梯，所以陈抗的人是在楼梯之下，有时候他不要上那个楼梯。最高法院，所以这些都是建筑物本身或当地的地形景观哈，天然的屏障。哦，这个是纽约、美国白宫跟加拿大国会的经验。那我第一个问题是说，那他们的国安是怎么维护的？他们总统也住在那里，总理也就是在那边办公，那他们是怎么处理？你们有没有国外的经验？那第二个就是说，回到总统府来说，那到底我们设定150还是300还是200，它的意义又在哪里？哦，如果刚好150又在28公园的一半，那这要如何执行？通常是这种天然的，就是不是天然，就是它当地的地形地貌，它形成的一些
空间屏障是不是比较适合这样子。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拿这个非常极端的案例，就是说拿这个狙击的一些武器，那这个的确像郑委员讲的，他其实无所不在。那别人的国安到底是怎么做的？他们是怎么保护奥巴马的？是跟委员报告 有关国外的部分啊，就我实际陪着跟委员报告，那个因为特勤工作我执行的时间比较长，曾经陪着总统出访到各个国家去。那因为刚刚委员所提的部分我没有去过，我只去过海地。那海地的部分啊，它的围墙跟白宫的形式很像，它左右两边有防空的炮阵地，前面也是很大的广场，也是平常人民集会游行的地方。那因为地形地物的关系，我们回到我们总统府前面，重庆南路、凯道、公园路、中山北、景福门，再往下推是信义跟仁爱，这边的道路人车通行的流量非常的大，而且一个转弯进来，我手上的案例维安的案例非常的多，但我也知道集会游行是保障人民的权利，所以在此我也不会去无限上纲的说我们一定要维持到安全到什么一公里以上，因此建议是维持在这个现况上面，就如同刚刚我们警察的长官所报告的，只有前面才300，左右及后面也100多公尺，并不是无限上纲，画成一个正方形，把房子切一半变成正正方方的300公尺，是按照现况还有整个的需求，同时兼顾到人民集会游行的权益。好，那个各位委员同，我建议这样哈，因为他们现在提不出一个具体的，因为早上来跟我讲150，现在讲300，啊，我是建议我们委员通过的版本是150。那有意见，朝野协商的时候，你把所有的详细的说明，你再送过来，是，好不好？我们这个会再朝野协商，是，好，不要说这个来变来变去，或者是没有什么特别，150我是觉得可以的，因为你300公尺是步枪嘛，有效的瞄准的距离嘛，对不对？那你讲十字弓或者你说强力弹弓，那个的有效距离不会到150了。那不准啦，你150公就用十字弓要弹人，他有可能弹会准。那个准度什么，所以我是建议150啦。那你们详细要说服我们委员的部分，立法院的部分就在超委协商的时候再送过来，是，好不好？是，好，谢谢。我就来，150，我们现在讨论总统府而已。那所以司法院国际讨论，这个等一下要讨论的，马上要讨论的。好，好，总统府150，第二款。村内康哥来了，朝野协商康哥来。来，司法院各级法院检察署，这是我们原来是100哦，这台的个100。对啊，这个哪需要100？对啊，这个就50就好了啊。啊，国际机场港口呢？这个来，主席。来听司法院的公话没？司法院是讲那边干扰诉讼啦，哦，那边其实哦，主席啊，来，我有一个想法啦，吼，就是讲，咱在设置这个安全距离，刚从你总统府也好，到各单位也好，你说司法院到哪里都好，那敢是用这个想法？那上面的大家提出来都是那个来枪射击王，哦，那就主席你个有创意，他们的标枪王。我反而那个思考好像觉得是保障报备就是一种把人民的权利还给人民。啊，但是站在行政部门来讲，或许说维护是要保障的人来讲，一般警方在执法嘛，是不是讲说我们这个距离是在给他一个应变的时间，应该是在公家。我就是要举例，我说以后哪位都围在文化部的，你要往保定拍摄啊，我意思用那马凯里啊，这个机关的立场来看，像比如说保障人民到文化部，保障青年学子到文化部，各界到文化部来抗议，这都对，应该。不，那是较温馨的讲法了。我的意思就是，万一的群众你总是哈、哦、有些失控，你的100个90个拢总善良诶，几个啊杀你乌白龙啊，是不同的团体进来就火去啊，
哦，我那个我靠色彩，靠灰色色彩，哦，我别来闹场的，也别来创啥，对吧？啊，就以后无你讲你叫做黑人哦，对不对？这只黑黑人，你准备讲闹场的，啊，你去都变成紧张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怕都是这一种啊，就比较极端的。哎，我们也不能不为执法的人去做一个思考，就是你要多长的时间让他们去应变。啊，你那公爱公家呀，你可能公爱的勾诈勾诈，还有那种没有办法开窍的，人家听不下去的，你谈这个都可以理性讨论呐。啊，你的应变要多长啊？啊，你也没公什么为了被保护部长啊，保护总统都不用，是因为你在。你要来执行这个公务，要来保障他们或者不同的团体，你要怎么样让这个集会游行更可以和平的走下去，或者说不要让他出乱子。你偌济时间你也当紧急应变，总统府嘛赶快呐，总统府也是一样啊。你150跟300差别在什么地方？我你我怕你哪边你哪要把人民隔绝，跟你一公里你都觉得还先进呢。啊，对不对？那、啊、你如果要听人民的声音，你应该想到的是说，哦啊，万一怕失控啊，我要让那个维护单位它的应变的长度差不多、哦、讨论这个比较有意义啊。不你跟他你讲些无为无为，脑壳空。这整个不法令的一个翻新，就是观念的一个翻转。你们应该讨论的就是说啊，给我一个应变的空间，谈这个我觉得会比较有意义啊。多了，输完就对了哈。啊，你搞。好，所以你具体的建议是啥？庄瑞雄，你具体的建议是啥？具体建议的，因在讲啊，因在讲我行政部门，你在偌济，你要搞攻击他对啊？你要多少长度你的应变啊？你没跟他的欢乐上面人也按上也按乱，我算买也按乱。那都是你的假设而已啊，有可能啊。那你要谈你的应变，偌长你到底多应变啊？啊，少年的你专门在集会游行，弄专门你在处理的，你唔讲，书底下口口讲啊，你都应该讲，你唔讲。报主任，那个我先跟各委员报告哈，我们的目前的集会游行，在集会游行之前，我们还有一个叫陈情请愿，所以我们现在大部分的民众，无论到各个机关，都是可以陈情请愿。但是如果你报准集会游行，我讲报准目前的深准的集会游行，我可以搭舞台，我可以长期的封起来，就好像我们外面的我们为什么那个金南中山南路啊，功德舞台湾，它可以长期的架在那边，它只要深准了，我就可以架，任何人你都要被排除哦，这是一个概念，这得是我的，这是我的哦，我就可以在这里架了舞台。我可以架舞台。那一般来讲，如果单纯几十个民众来，一开始都是用陈情，哦，就是陈情是那个行政程序法，他依法可以陈情，依请愿法他可以请愿。我们都是在陈情请愿到一定程度，陈情请愿结束完之后，他还不结束，或是有其他的非法行为，我们才会进入集会游行法的哦这种规范。这跟委员报告。那以总统府跟官邸而言，我因为这么多年我在这里也十几年，哦，维安，我是建议说，我们是不是给我们的个总统、副总统，包括甚至我们给我们的院长，他也有人权，哦，他有人权，因为现在大家都习惯，有什么事情就找总统。这，哦 ，OK，sorry， 对不起。好了，你讲少这样。超过你的范围啊 ！OK， 我主席不要讲啊！我主席不要讲啊！我尊重主席，你来做主席，我尊重你。哦，拍死！你超过你的范围啊！对不起，抱歉。你讲你的进步了。那我们现行那个以总统府来讲，跟官邸，我们总统刚才我们算了，从总统府的水沟盖到公开口是280。那目前来讲，那个就地形而言，那个是我们哦可以比较从容，因为我们可以警察挡第一线，宪兵挡第二线。如果突发来的，因为将来民众可以无预警的来嘛，无预警的来啊，也谢谢委员说，
那个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就都来表达我们的准备时间的确要让我们有充分的应变时间以上。那个主席啊，那那个顾律师先，然后接下来陈昌明委员。是，那个主席啊，我看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按照那个七款的性质哈，那么总统府跟总统跟副总统官邸要不要列为同一个考量？这个大家再讨论一下。那行政院、考试院，我是建议是不是跟司法院各级法院去检查，说是做同一个考量，是做同一个考量，就是说，那甚至可以，我们这个条款呢、啊，这个是不是可以把它放在，把它作为跟动并在一起考量啦、啊？那这个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所以是总，我现在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总统府跟总统及副总统官邸要不要做同一个考量？这第一个。那如果是，要不要放在一款里面？那么行政院、考试院、司法院各级法院去讲，要不要放在同一款里面做一个考量？这样，请大家再、是不是指正一下？主席，谢谢给我发言啊，本来我也有发言权的，好，我很尊重你。但是刚刚我听到蒋中石在讲，你一定要把心声讲出来。你们可能所面临的状况，所可能面临所发生的情形。因为这个时候很多人不敢讲实话，跟着民粹民意一直在走，所以你讲到这样我真的很感动。那应该保持给警察一个安全的距离，在维护也是维护双方面的人权，不要讲单方面的人权。那这里面我说完全执政就要完全负责，我是很好心的提出我个人很深层的一种看法。因为我们看不惯的事情已经很多在台湾发生了，如果你们要真的接近，我都举手赞成。但是我从良心上，你们是完全执政要完全的负责，尤其这个改为报备制所发生的情形，还没有能预料得见将来是，但是真的发动起来那种情形是很恐怖的。哦，我希望你们好好深思，如果真的为台湾好，你们真的要好好考虑这几条的条款。我不跟你讲开会，最好你们越接近越好。我当时就跟你们提醒，你们越接近我都支持。但是我们仍然要讲出爱台湾一个基本的原则，我们一定要把它定好。好，你们考虑一下。那国民党立场现在对于这种大概，你怎么讲，我们就怎么支持。你们最好距离到50公尺，我们都不会反对。但是确实是不对的事情。啊、你的立场是啥？我的立场，来，我支持恁所有规规矿场，我看恁有哈大胆无？我要看你有没有那么大胆的、okay. ，真的把总统府改为50公尺。如果改为50公尺，我觉得你们真的是明智的人、啊。你的意见跟黄国昌委员不一样。你上头起来摆50公尺、40公尺，拢在恁讲的。如果你要接近10公尺，都不反对，好不好？好。但是我们已经提出了严重的。可能发生的情形给未来的执政党晓得，好了、啊，没有就好了。这个我跟你讲啊，你能八公尺，你个改做是八公尺，3、8公尺个8公尺，那个意义在哪里嘛？民意只有这150公尺可以接近的，所以不要拿起这样子来换取说哦，您就保障民权，要考量真的维持秩序的重要。哎，这一种哈，我给哎部长哈排水排水哈，我是老实人讲老实话，这个哈、啊，军事设施局，好，他原来的第一款、第二款，他是没整过的，好，那个我请教一下哈，我手上看在看那个集会游行法原来现行条文哦的第六条啊，机场港口啊，刚刚没有请交通部表达意见了，机场港口的禁制区域在执行上，或者是我们的警察机关，原来的规定是300公尺嘛。啊，这个公告，我们公告大概范围都多大？机场港口，来，来拿麦克风讲一下好不好？啊，陈昌明，你要走？你聋影呢？你聋影？你来回来呢？
你不要来啊，晓得啦。来，报告主席跟各位委员，我想交通部对上次委员会的从300公尺降为100公尺，我们基本上予以尊重。那之前我们300公尺在98年研议的时候啊，在行政院里面是治安机关提出来的一个需要了。公尺嘛，哈。对，300那时候是他们治安机关提出来，那我们也予以尊重。那如果说就我们在考量机场这个有关一些营运正常的运作、旅客的权益以及这个一些安全的这个考量的话哈，我们觉得还是有一个公尺的这个限制了。那上次委员会的决议，我们是予以尊重。好 ，OK 好。上次的部分是100公尺嘛，哈。对对。好，我们有回复给内政委员会说予以尊重。那细节我们就是照以前再跟内政部来做这个现场的。国防部呢？国防部。因为你们的军事重要设施，重要军事设施，你们现在在设这个范围，大概怎么样？目前它是以营区的周遭外围来划设，那就是遵照上次委员会的决议100公尺，好的建议，好。啊，那个国安局这个总统、副总统官邸呢？来说明一下，国安局。他们实务上哈，就是外面那个马路，有一个马路的距离而已啦。实务上他们在画哈。所以他们50公尺应该可以嘛，对不对？只是改居住所嘛。对，改对居住。好，另外加个居住。住居所。住居所。他们哈，那个来，你以总统官邸来做个例子说明一下好不好？是，总统官邸它位在重庆南路，然后个爱国西路旁边还有一个公园路，另外旁边还有一个南海路。那我们这个周边的状况，按照现行的话。各位手上都有一张现行的委员，您手上是。委员，那个有个虚线的地方，就红色的是什么？对对对对，虚线。如各位委员手上所拿到的总统官邸的部分，这是我们现行的做法，也结合了现地，那这也在50公尺之内。是50公尺。是。对对对。那另外提。是信息间是住居所了哈，就是家里改成住居所了。对，副总统不一定带你官邸了，对不对？是，哎，所以50公尺可以了。它现行就是50啊。现行50。现行是300。现行是300。嗯。好，那个我跟各位整理一下刚刚的一些意见哈，总统府跟机场。港口重要军事设施是总统府是150嘛，对不对？啊，然后机场、港口跟重要军事设施是100公尺的，啊，其他都50。啊，啊，行政院的部分要以它建筑基线下去算哦。啊，行政院，反正艺术的讲忠孝东路哈，人若要游泳空，伊忠孝东路爱往行啦，袂使讲袂使为遐贵啦，安尼等于行政院拢袂使空伊啊。无啦，机会无要紧啦。你忠孝东路他有迄个讲，要去行政院抗议，讲忠孝东路袂使去的，迄他有理，迄个我阿无理啊。啊，无去啊，就走来林焕英，啊，你爱通？你说那个计算？这个我说明清楚哦。因为50公尺的起算点哦，因为忠孝东路毕竟还是我们很交通顺畅，那个流量非常大的一个区域。那我刚才已经强调了，他如果生存的机会，他可以在那边，他只要生存了，他就跟人家架舞台，整个就要封住。那对真的对其他民众，对其他民众的影响真的非常大。那现实上现在都是在对面，就是现在到那个行政院抗议的，就是在对面监察院旁边，整个中山南路上那边是可以就可以生存的。那五。不，因为中山南路跟忠孝东西路真的是比，因为那边靠火车站。这个概念是另外，这就不是行政院的概念，这个是要交通要道。是，你个讲出来，这个包，你我你讲，你那边发包，你个抄一些上。如果那行政院如果从50公尺的话，大概只。
我想主席啊，那个我想他现在就是150、150嘛，那应该都是不得遇嘛，所以到时候再看怎么画，我们再好。好 ，OK， 就五十，听建议五十，啊，我再跟各位大概来那个议事人员宣读，来，你看比我看清楚。还有一个医疗院所没出。五十吗？哎，总统府150啦，啊，国际机场、港口、重要军事设施100啦，其他都50。稍微报告一下，就是那个起算点的部分呢，像总统府还是就是他防护的区域，就是、那个防护区域之外50公尺嘛，哈。还有林奇伟，好不好？内政部会同有关机关划定嘛，那你们去划了、啊。那主席啊，那个二款的四环要不要调到第四款？对啊，那个就50啊。对，所以是不是一款是总统府二款是国际机场港口、啊，对对对对，三款是重要军事设施，然后试完把它调到第四款这样。哎、欸，对对对，好 ，OK， 按照那个远近呢，好不好？哎、欸，做调整。医疗院所，请卫福部好不好？是不是可以请卫福部？不啦，病医哦，基本上，请卫福部来控制吧。卫福部一定赞成诶，卫福部是。主席各位，那卫部针对这个部分，就是除了集会游行保障人民集会游行的自由以外，那个民众的就医的相关的安全跟安宁，或者是交通的部分应该保障。那只是说这个，因为目前的医疗院所其实是蛮多的哈。那由内政部会商，比如说卫部的话，实际上执行有一定的困难。好，那是不是可以这个部分，就是这个部分特别交给地方来处理？那好、哦，这是第一个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在医疗院所这个部分是比较属于泛称的，在卫福部主管的医疗法里面，针对医疗院所，我们是叫做医疗机构，这是一个法定的定义。如果要的话，我们是叫医疗机构。那刚刚特别提到，就是说，因为医疗机构的话，就牵涉到医院跟诊所。那医院大概有将近400多家、500家，那诊所的话，可能就20000多家了。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建议应该更有弹性的，是不是由在核准的时候由地方的主管机关，比如说地方的县市政府来处理就好了。以上建议，谢谢。那就是由地方政府定制啊，是不是？由内政部会商有关机关或由这个有些没有必要，因为医学中心区医院。原来条文是这样，原来条文由。主席，这个是不是由内政部会商有关机关划定，或由地方政府定之？啊，保留一个弹性。第几条？原来的条文没有，我看原来是原始条文呢，原来是这个是谁提的？来。这谁提的？陈廷飞。郑丽君也有吗？郑丽君没有、啊。好，这个是陈廷飞委员、哦、所提的意见、啊哦、他原来的条文的规定是，就陈廷飞委员的条文的第二项修正意见的第二项，前项医疗院所、急诊室及周边范围。由卫福部划定公告。可能没有办法，因为这么多家，
可能由地方去，因为实际上执行是地方要不要报备核准的这一块。那好，这个来。地方主管机关。我看一下原来的写法哈。对呀、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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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院所由地方主管机关定，其他由中央这个主管机关内政部定了。这个文字再把它写清楚，好，加一下。哦啊，医疗院所四个字，医疗机构，哎，好，好，我可不可以再表示一下意见哈？医疗机构没有含诊所，有含诊所，那总共有两万多家。这好，应该弹性弹性处理啊。哎，好，应该为咩啦？为可能诊所都袂为了嘛？哎，意思是安尼嘛？哎，为便宜尔啦。我怀疑拢袂为啦。我看因可能高雄哦，你讲要叫因去画，因太会去食饱闲去画，因绝对袂画啦。就由地方决定嘛，他画或不画，那他画就是不得逾五十嘛。好不好，这个原则。好。啊，他如果觉得很难管，来，我们现在禁制区处理完了，现在第几条？你要包我们这个审完了条文哪一个有问题，你那怎么改了、啊？那个等一下了，那个等一下。好，第几条？我们现在第六条。好、哦，我们第六条处理完了哈。好，第六条，我们现在处理第六条，白色的啊、哦，各位委员同仁，我们现在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现在要处理第六条，来宣读一下。第六条，集会游行应有负责人，依法设立之团体举行之集会游行，其负责人为该团体之代表人或其指定之人，未报备举行之集会游行，其实际负责人指该集会游行活动之发起人、指挥人或主持人。好，这个应该没有什么意见。好，大家再看一下第六条，没有的话，第七条来。第七条，集会游行得由负责人于举行之日前30日内6日前，以书面方式向地方主管机关报备，请求协助以保护。但因情势紧急无法事前报备者，地方主管机关应于提出报备后予以必要之协助与保护。本条所定报备书应载明下列事项：一、负责人或其代理人、纠察员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身份证明文件字号、住居所、电话号码；二、集会游行之事由方式；三、集会场所、游行路线、集合、解散地点及举行日、起义时间；四、预定参加人数及车辆数量。前项报备书应检附下列文件：一、负责人之身份证明文件；二、有代理人者代理人之代理同意书及身份证明文件；三、集会者集会场所所有人或管理人之同意文件。这条保留待议。四、游行者游行之详细路线图。地方主管机关收受报备书应交付收件证明，报备书及所附文件不符第二项、第三项规定而得补正者，地方主管机关应通知于一定期限内补正。以报备之集会游行若无法如期举行，负责人应于事前以书面通知地方主管机关。好，那个警政署有是不是有补充意见？来，
各位委员，这个有关这个条文里面，原来集会者跟集会场所所有人或管理人之同意书这个部分啊，原来是要保留哈。那站在署里面的立场，特别跟委员报告，就是因为我们集会游行保障的，虽然是强调集会游行这些申请人或是这些参与的人，但是个人的财产的部分啊，个人财产的部分，还有这些公有通行路道，他们这些路权行使人的他们的权利也要保障。那如果在集会游行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没有取得这些同意权的话，那到时候啊，第七条的部分，同意书的部分，刚刚跟报告的就是说，因为他的这个路权有时候会涉及到公司机构甚至私人的部分，那如果场地没有拿到的话，啊，他直接就去执行了，就去那边游行的时候，那这会产生冲突。那冲突，我们这执法单位一到现场去的时候，恐怕这个争议会很大。所以我们是建议说，这个场地还是要取得所有权，这样尊重。对对，跟第四条的部分有矛盾。所以刚刚第四条，刚刚委员提出来的就是说，要协助他们取得这个场地这个部分，确实我们在实务单位执行上面有困难。涉及到交通，这个应该是安尼讲啦哈。头前第四条是咧讲协助取得同，协助取得场地嘛。所以其实你加的免个库同意书啊啦。你的爱，你的义务就是爱去协助伊取得啊嘛。所以恁检察机关对恁后边是刑事的啦。简单讲就是讲，有这条无这条，对恁来讲无差啦。你这个场地在使用的时候，我们现在强调是保障游行人，但是有一些场地他们在办他的活动，或是行人 要经过，或是现在有一些地方他是一个那个行人或是行为人，他很重要的一个处所。你我再重讲一次，你听不清楚我在讲啥啦哈。这个场地对您来讲，您是去人保障的，去维持交通啦、上凉水啦、哈、服务啦、便民啦，哦，啊，让大家欢欢喜出去，啊，平平安安回家，恁的工作是这样呢。所以你唔免同意书啊呢。再来一个同意书，当被举办，可不可以举办是在前端台北市政府的，譬如说公务局，他就同意啦。但是跟我他为什么还要附同意书给你呢？但是有一些场地哈，他不一定是。是啊，那个台北市就同意啦。台北市但是有一些是属于中山的，这是中央机构的权限的。比如讲，有一些场所是部会的。哦，那个是属于，而且有一些是私人场所。我的意思说，不是你警察局，是人头前水去也掉啊。哎呀，对嘛，你们就你看那个对你来讲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但是私人的部分，他不用私人呐、啊。像台北市，他缴路权，他已经同意，对不对？他就不用带来跟你讲啊，说他已经同意啊，他为什么要跟你讲？朱先生，我感觉警政署是不是有一点点？您管太多，第一，那不是你的事情呢，是什么人？我们现在讲到现在哈，哪一条法令可以你们一定要去取得？没有呢，叫您去协助，对不对哈？我到米来讲啊，打一个电话发一个文嘛是协助啊。我要来中正纪念堂，我要来国务纪念馆，遐要集会游行。有，我们现在通过的条文有可以警察机关一定要帮我取得国务纪念馆吗？我你看华伦公也在里下嘞，一刚多在里下嘞，我干不起来呢。所以这个就变成你协助取得，你怎么去定义它？各机关协助取得，又那刚一定爱你跟这个，一定爱恁来去做这个代志吗？你一定爱个揽起来吗？你的意思人呢？因为现在是采自愿报备制，他如果是没有经过报备就是上路，但是这个地方他没有取得场地的所有权，那管理人或是所有人他会报案呢、啊？那报案还是警察要去？去你没办法解散他，因为是自
院报备制啊，所以你们没有了解整个修法。哎，对。在修什么啊？但是如果交通上面、生活上面市民大众受到影响的时候，他怪罪的可能是警察机关。哎，他一定会责难警察机关，你为什么必须排除啊？哎。没有啦，我觉得警政署这边表达的也是很有道理的。那譬如说，如果今天经过私人空间的这些部分，到最后其实民众如果反弹的话，其实我相信私人的部分应该还是会跟，对啊，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对啊，所以像私人或者一些直接把它范畴定的清楚一点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人的部分，因为我们刚刚在第二条哈，整个集会游行法保障的对象，就是在公共场所或公众得出入之场所举行会议、演说或其他聚众活动，所以集会游行法保障对象就是没有在私人的领域里面，所以没有集会游行法保障对象。第二条已经明定，它就是在公开场合啦，简单讲是这样，哎，所以私人部分就回归你们其他法律处理啦。他侵入住居啦，什么那个你们就处理。那只是说要去解释公众得出入场所，这个上次已经有解释过了嘛？好，那这个上次要去厘清的，就是说公众得出入场所有没有有需要同意权的部分嘛？那刚刚招委已经有通过第四条，是说地方政府有责任要去协助他取得场地的同意嘛？那个也指的是公众得出入之场所跟公共场所。不是地方政府没有权利去协助他取得私人场所的同意啦，好，所以那个是地方政府的责任啦。好，那你们刚刚一直回到就是说，如果有些地方这个他去了一些地方，然后民众来报案啊，要你们去处理。我们现在就是自愿报备制，基本上是他可以来跟你报备，他也可以不来跟你报备。那不来跟你报备的情况，你们就去现场看有没有逾越某一些安全的范围，好啊，那因为我们命令解散权还没讨论，所以如果逾越某些安全范围，有没有命令解散权，这个后面讨论啊。如果他没有逾越这些范围，他就是顺顺利利的举行回去嘛，这个没有问题啊。所以现在取得同意与否不在你们警政署，是在地方政府的协调。那他们要去界定，他们是要替他取得同意权是在哪一些所谓公共得出入场所。是那个地方我们要再去厘清，替地方政府厘清，所以没有你们说这个需要你们要有这个同意权文书，你们完全跟你们无关啦。就招委讲的第五条，这个跟你们无关啦。是，那个上一次提到那个公共空间的问题，有请那个营建署啊，请是不是再请营建署再表达一下意见？可不可以？要界定清楚。营建署。公开场所不用再加，你让你加，你全面都要加。主席啊，各位委员，那个我们上一次跟主席跟各位委员报告那个，公共那个我们的开放空间啊。主席跟各位委员再跟各位委员报告，就是上一次谈到那个开放空间呢、啊，因为那开放空间的所有权跟管理都是私人的部分、啊、它比较难放在。会不会被界定为公众得出入场所？它是公众，它是可以出入进出，但它是提供休闲，那个活动的一个比较。我应该是一定要，我个人是建议了。对，一样的问题啊。对，那像刚才姚委员有提到那百货公司，他也饭店下面的，是同意，所以要取得饭店的同意。来，这个哈，我那个各来，这里会有一个问题了哈。其实我们上次就讨论过这个，比如说我在集会游行的时候，我经过骑楼，
哦，我要去中正纪念堂抗议。那中正纪念堂当然没有问题，可是我经过爱国西路所有的店家，爱国西路所有的店家可能就拼命电话打不完，一直跟我检举，哦，然后一直抗议。那可能有这样的情况。那我经过爱国西路的店家的，要不要取得这些店家的同意？这个是争议的地方。那第二个就是像上会游行嘛，哈，哦。那上次姚文智委员也提过啊。那如果这样的话，以后不用报备的话，也不用取得所有权人的同意的话，我每天到搜狗去站岗啊，我每天去搜狗站岗抗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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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狗东西卖太贵，那这可不可以？好，哦，所以事实上要实行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顾虑到这个问题了。如果是私人的场所，我个人认为说还是要取得私人的同意啊。啊，他不同意。这个私人哈，人来出啊，你伊阿讲占你啊，人就甲你告啊。对啊，人就去叫警察来管啊，那是无问题啊。那个各位，大概问题不是在那里了哈，我跟各位提醒一下哈，因为我们这个集会游行改自愿报备制了。自愿报备制哈，假设我们以台北市政府广场为例的，自愿报备制的意思就是说，那我不报备我可以去啊。我也不用你台北市政府同意啊，对不对？啊，自愿报备有什么好处？就是警察要去维持交通嘛，啊，去维护安全嘛，提供服务嘛，去保障集会游行嘛，啊，那对我要集会游行的人，哎，有可能第一个我要去支持柯文哲，譬如说，那另外一个团体我要去反对柯文哲，那怎么办？啊，这个我都讲完，这个跟同意书都无关啦，哎，这个跟同意书有无啊，在警察机关审核，这个是没有关系啦，因为都没有，这个已经没有，这个你在自愿报备买当起啊，你有报备无报备拢会当起啊，哎呀，伊拢无爱甲你讲，伊就去啊，你也无多伊啊，就互伊才要控伊啊，我会带去啊。这是一种情况哈，我说明完整个几种情况来讲啊，我进攻，我要去台北市政府，我要去台北市政府抗议啊，我有在台北市政府的部分，我有取得路权，那我去报备，对不对？那我是不是有优先啦？简单讲是这样嘛。那我没有路权，我就没有优先，这个就会鼓励大家去报备啦。自愿报备嘛，因为我自愿报备，我譬如说我取得路权啊，台北市同意啊，我也啊，这个假如是私人土地就他就会去报案嘛。我麦克风讲一下好不好？就是回归警政的角度是这样，回归警政的角度就是，只要是在第二条，公共场所或公众得出入之场所举行会议，啊，你们就要去保护那集会游行的保障顺利进行，啊，就是这样。然后第二点就是说，他报备者他向地方政府去报备，地方政府依第四条，刚刚主席如果通过的话，是地方政府要协助他取得什么公众场所或公众得出入之场所举行。集会游行，他协助他取得，那能不能取得，那就去协调嘛。他也可能没办法取得啊，他也可能就取得啦。好，那这个没办法取得，就会回过头来，对方他又去了，对方就会要求你们要不要去处理嘛。所以应该是会比较会发生的状况是在这个情形啦，对不对？是在这个情形，那这个情形你们基本上就是回归他，就是和平进行嘛。啊，私人完全不在这里面，因为私人就不在这些公众场所或公众得出入之场所，唯一会有灰色地带就是刚刚那个营建署讲的，就他是公众可以出入，可他所有权人跟管理人都是私人，那我们今天就要确认他属不属于你们要去保障的对象，如果他没有同意的话，我觉得要确认这一点啦，就是要确认这一点，因为他所有人或管理人会跟你们检举嘛。啊，如果他同意了，他自己同意，你们当然就没有问题啊。现在说他地方政府跟他协调，他不同意的情况，但是他是公众得出入之场所，我觉得要确定这一点。
丽君讲的当然是从集会游行法的角度来看、啊、但现实上会有一个问题、啊、这个我们在现实政府做过就知道了、啊、就说他集会游行法我们都保障啊，他就自己 去处理都没有问题啊，他也没有违反集会游行法任何规范。但是如果他今天经过我的店家或者经过我的什么造成交通影响、啊、造成交通影响，现在又不必事先报备嘛，那就会产生一个现象，所有要觉得反对他的，或是所有觉得他受影响的，通通电话都打到哪里？一定都打到警察单位了，一定都打到警察单位了。啊，这样的警察单位处理不完啊。那你说不是啊，不是啊，那个是县市政府的权力权限呢、啊？啊，县市政府现在连协调都没办法协调，因为他不事先报备嘛。所以这个确实是执行上会有的盲点，我们必须把这个想清楚了、啊。哦，我们必须把这个想清楚，没有错。我们现在保障集会游行的这个根本概念、基本概念，这个我们同意。但是实际上执行会有一些问题跑出来。啊，没有没有没有，现在许可你就是规定、啊、而且他还要事先公告，他要取得同意，他有固定的路线，他还要事先公告。那现在如果没有报备的话，没有事先报备的话，就会产生这个问题。那民众我不知道，我忽然今天一大堆人啊，有人车在我附近店家吵，那我认为影响到我做生意，那我就开始所有的检举都跑到警察单位去了。那这个是我们必须考虑的盲点啊，这确实是这样的情形。我认为哈，事先的报备哈是一定必要性。哈，无必来牵涉到交通的问题，牵涉到讲真侪人员多的话，你万一发生事情，你就算救护都有相当大的问题，所以一定要哈事先的报备。这个我提醒各位注意一下哈，这个我们的这个版本哈。已经把它改成自愿报备制了。那改成自愿报备制，它现在的问题是出在哪里呢？就是简单讲，你没有报备啊，去游行，这个是法律所保障的范围里面。只要按照我们现在在讨论的这个版本里面，那只是差别在说啊，有报备跟没报备到底差在哪里了？啊。这个到底是差在哪里？就是说，我假如我今天去这个地方政府报备说我要游行，到底我要去报备有什么优点、什么缺点啊？但是，假如我没有报备，那我是哪一个？简单讲是，我是哪一个地方我都可以去的，只要要游行，我要发起游行，我就是不需要警察机关来保障协助的话，我是要去哪里不去哪里都可以的。但是你进到私人的这个大楼、哦、或者是公共空间、哦、公寓 大厦的这个楼下，上次警政署有讲过，这个还是要管理人同意嘛。那这个是私人领域，你在外面那就有事情了嘛。那你在外面公共空间里面，他要去哪里都实在你啦。你 去简单说，你要去市政府门口，你就舞台就打下去，开始就乱了，这也是可以啦，没说不可以啦。啊、哦，那行政院我了五十公尺以外，我了舞台了，甲搭了，开始讲啊，嘿。我提醒一点，因为我们现在是未来自愿报备制，那他在任何一个地点，他想要只要在公有的场所都可以直接集会，不需要路权。那平良金讲。呈抗最多，所有的机关呈抗最多是立法院，那经常也发生某些团体来包围立法院的情况。我们如果能事先知道，啊、哦，我们能够事先知道，我们是可以防范的。我们事先如果不知道，我是没有办法临时抽调警力来防范。像103年的4月29号，有卢家诚卢立委那天是反核式的，哦，反核式卢委员就因为他要离开。就被挡在清，他从立法院离开，到了林森南路口就被群众包围了。我们那时候警力一开始我们警力不够，只能围着他的车子保护他的车子。那后来隔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因为我们所有的警力不是说我随时调警力就有，我必须从全台北市啊从查户口巡逻的叫回来，交了枪，出发集合到了这里，还要
再来做排除，结果害得卢委员那时候被困在车子里面一个多小时。好，如果他们随时随地，那如果未来这个集会游行那个资源包备是他随时随地在任何一个地点都可以的话，我最担心的是立法院，因为委员没有办法自由进出，好，委员没有办法 自由进出啊，所以这个我希望哦各位委员啦、那個、多考量，谢谢。那个不要扯到什么委员不能自由进出了，不是这个问题啦，这个是法的竞合冲突的问题啦。你比如讲讲道路啊，那顶经委啊，主管机关在地方政府啊。那你像比如说，我们就假设一个状况啦、哦、我要集会游行，我直接就拉到马路上去，我慢慢地走，慢慢地走，啊，变成说，啊，其他变成说。其他的用路人，这个会有冲突的问题，变成你集会游行法跟道路交通安全处罚条例这个部分是不是会有冲突的问题啊？不，前面的不到没有这个问题，前面是因为它有制度不一样，有报备的问题，要核准呢，要动员变成我的权利啦、哦、那个有经过取舍，有公告的问题啊，现在不是，现在就是讲啊，我嘛连报备我嘛不爱，啊我人我就给诱去哩，啊我要去来捞。啊！那我顶政府讲，哎，你我这人在行，我这在做生意的，你这跟你这个外县市到我这个县市来，哎、啊，我到底是要基于我自己的执掌来保护我这些商家，或者说我整个他自己的考量，怎么样来去保障或者说维护？可是你集会游行法又赋予他这些要集会游行人，他变成他的基本权利。会有竞合的问题啊！这个是不是啊？啊，想一个啦，啊，想一个啦。啊，你拢讲一个有讲无顺的重点，唔讲。路权哈、哦，这个其实是咱来处理的问题啦。咱顶家的信有哪卡哩？买啊，迄个路权呐。就是讲，你飞机游行。路权，你有路权不路权哈？诶，看下比如讲很多因素嘛哈，地方政府他会基于交通的考量，他会基于很多的因素嘛哈。所以你假如有让地方政府这个有一个申请的程序，说你要取得路权，啊，这个你假如说你把这个权利拿掉啊，那有一些道路有一些重要的交通地点。这个游行的这个部分啊、哦，集会了哈、哦，不是游行了哈、哦，集会的这个部分哦啊，或者是游行，在地方政府的实务上的一个运作上会有一些问题啊。这个上次的确保留，我是建议我们哈，还是要回来基本我们修法的一个精神。我们修法的精神就是说，保障他的集会游行的人权嘛。那至于说警政单位希望有安全防线，我觉得这一个是可以考量了。所以包括现在有安全距离了嘛，哈、哦。然后刚刚有谈到一个还没处理，就是说警戒线那个待会要处理嘛，哈、哦。那以及命令解散权还没有处理，这个是属于建构防线的部分啊。那我是主席，我是认为说这两个逻辑我们要想清楚。我们如果说在许可的部分我们放松了，哦，改为自愿报备制，我们也许可以同意。认同说来建构安全防线，但是这逻辑要清楚，我们不能忽然这样忽然这样，就是说现在在讨论这个报备制的时候，我们认为要自愿报备，讨论路权的时候又要许可，那就实际上又回到许可了嘛，因为它的许可机制不发生在跟原来跟警察机关的报备的这个申请或是强制报备，是发生在路权上面，所以我建议说这两个要想清楚，如果我们要改成自愿报备，保障他宪法里面集会游行人权，我们就要一致啦，就要一致。那我们再来设计，好、哦，你的安全防线要怎么处理？否则，我们如果说这个现在自愿对主管机关是自愿报备，可是到了路权是许可，好、哦，那就还是回到许可制啊，或者甚至是强制报备制。那如果真的大家委员都同意要强制报备制，我
我当然我的理念跟立场是自愿报备制。如果大家都认为要回到强制报备制，那我们就来讨论强制报备制下如何保障他的己有人权嘛。然后安全防线是什么？是不是要整个谈？不然我们今天说啊，这边折中一点，那边折中一点，结果我们修法出来，社会会也是会公开检验我们的，到底我们的逻辑是什么？我们便不能是假修法。所以我的意见是说，这两条路径把它想清楚。主席，不知道我这样是不是太抽象？就是如果我们要是保障集邮的宪法的人权，那现行的情况是，的确他们也会路过嘛。你现行是申请制，他还是会路过啊。那你路过，现在就是说去命令解散他嘛，这就最强度的了啦，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改变现在这个现行的制度啊。那你有路权，他要去申请，他也会不申请，他就给你路过嘛。现行就是这样子的情况啊。那这样子宪法要不要保障他的这个权利？还是我们认为不需要？要不要？要。那这个制度是什么？然后我们是不是如果要，那我们就是警察就是处理这个安全防线。那政府机关本来想法是他会跟他协调嘛，所以他如果只是简单他去报备，他简单路过，事实上政府机关，我想地方政府不会需要到去跟每一个店家要同意书嘛，不可能嘛，他一定也会判断认为说他只是经过没有关系，对不对？那他就会协调警政单位说，你们就协助他安全经过啊。当然如果有发生冲突，就是回归其他法律处理，或是你后面有没有命令解散权，我们来讨论。改成自愿报备制哈，这个没有路权的问题，只有相互有冲突的时候怎么处理呢？所以冲突的部分就是我原来的想法是说，你去报备的时候就有机会协调，那协调也许就协调他们在不同区进行啊，或者协调换时间，这都可协调。那如果说不可协调，那就是回到刚刚有没有安全警戒线，一种处理方式啦，安全警戒线把它隔开这样子。这个所谓的协调哈，其实不是只有两方啦，其实应该是有三方啦。那个政委员应该是有三方，他譬如说在地方政府，他会有譬如说甲乙两方啊，同时申请一个场地，他还有个第三方是政府啦，地方政府啦。那我会比较建议说，假设只有没有人有其他集会游行，只有一个队伍，那他不用申请嘛，对不对？那现在关键就会卡在说，那地方政府认为，地方政府认为说你要来，但是这个场所或者这个时间，他有其他的一些规划，譬如说。我举一个例子了，他认为说，这个好像不会有这个情况，这样看一看不会有这个情况，不会有情况说是时间地点的一些限制，不会的。你哪边你来有理由嘛？比如讲，你今麦记者咧台北市政府，你讲我不要你来，你除非讲有人要来啊，无人要来控制，你凭什么拒绝？你不能拒绝啊！啊，比如说有人要反对柯文哲跟支持柯文哲两方面的人来，主席，因为协调的问题，主席，因为院版的强制报备，基本上它也是报备，不是许可。强制报备跟自愿报备都是报备制，报备制就是说我去登记嘛，对不对？啊，你除非你是在安全距离内，或者说我明显的我这个准备就是要武装的，是吧？我这个。甚至这个就当然你这个是另外处理了，所以你的强制报备自愿报都是报备，所以不会有许可的情况发生，本来就不会有许可的情况发生。那现在是说政府怎么去帮他大家协调彼此的人权都可以进行啦，对，好，那的确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没有报备怎么处理？没有报备就现场处理啦，没有，所以我是建议说大家我们要一致啦，就是说大家如果觉得要回来讨论要不要强制报备是可以讨论，但是不要说我们那边说自愿报备，结果其他地方变实质许可，我们就矛盾嘛。法律最怕修出来矛盾啦，就我举例嘛，就十二年国教既免试又要考试啊，结果现在就痛苦啊，就是一个矛盾的组合体啊。所以我们就务实诚实面对问题，然后大家
我们有不同意见没关系，那最后看共识怎么形成。那个主席，我谈一下啦齁，我自己的主张是我赞成这个自愿报备制，但是会有一些问题跑出来齁。上次我在质询的时候我提过这个例子，比如说我当初在总统府上班，那红三军是有申请的集会游行，但是他申请的范围只有在准的范围里面齁。那后来就造成一个事实，我每天从总统府出来就有红三军跟着我啦哦，就一路跟着陈其迈也一样嘛，好、哦，那我们两个都总统府出来，就一路跟着我，跟到那个做捷运的捷运场所，这个都是公共出入场合、啊，这个都是公共出入场合。那如果说我们现在集会游行嘛，要处理说，哎，他反正这个也没有报备嘛，那你也无从处理嘛。那但是对我来讲，我认为实质上对我的动作产生影响，对我的人身自由安全产生影响，那所以我去找了警察局，我说这个怎么处理，没有办法处理。好，那所以这样的问题的确会在我们采取自愿报备制的时候产生，那怎么处理？没有、哦、所以我刚才讲得很清楚啊，我说这个问题我们要解决啦。哦，这个问题我要讲决。我上次你那个是不是在集会游行法、啊？那个你是在社会秩序维护法。对啊，没有错啊，都一样啊。跟踪跟骚扰那一个部分呢、啊，对不对？啊，所以现在这个情形会产生啊。那有没有其他法可以处理？这个情形会产生、啊。因为原讲那情况有没有其他法可以处理？我们是不是要全套一起看，有没有其他法可以处理？然后还是要把那个公众得出入之场所，就是说集会要保障的对象。保障自愿报备的对象，那个空间把它厘清楚。我们这个，我宣告完，我们休息一下。大家，我方向还是先整理一下，大家想一下了哈。就是第一个自愿报备制，这个我们上次已经大概大家有很高的共识了啊、哦。那在自愿报备制之下，会有一些执行上会有一些状况了啊，这个要解决了啊、哦，这个大家。休息的时候再想一下啊。那这个大概我想到的部分就是说，以后就没有路权了。简单讲了，自愿报备制以后就没有路权，反正你要去抗议就去抗议嘛。啊，你台北市政府假设啦，我这个是举例的啊，就是说这个台北市你要去抗议，你也别塞公阿瓜被来立公北塞公阿瓜准备合理开塞了，这样也不对啊，所以就没有路权的问题啦。啊，你台北市政府你也不能说人家要来要你同意啊，你用这个路权许可过去的这种观念，那就不可能有人去台北市政府。主席，我是建议就是说路权的部分，他会以路权，等一下我讲完，他会以路权来限制你集会游行的范围啦，所以这个我们要拿掉啦。那拿掉就是说那安全防线怎么建构嘛，所以是不是请营建署相关单位去把我们法规里面所指公共场所或公众得出入之场所，把它相关的办法找出来，然后一些包括像一些譬如说公众得出入但是它是有私人管理权所有权人的那些办法把它找出来，这第一个。那安全防线来涉及刚刚立委员讲种种可能的安全，你们警察职权行使法27条在处理的是妨碍警察职权行使相关安全，28条是在指就是说维护个妨碍个人安全等等，那个条文也把它找出来，然后社会秩序维护法条文也把它找出来，我们一起看安全防线够不够嘛？那不够，这里面要还有什么职权？我觉得这样比较理性讨论啊，然后不要说我们双方都不要找一个理由就去反对对方的主张，这样子没完没了，讨论不完啊。因为我们是在设计一套制度，一方面要保障宪法保障的集邮人权，一方面要处理安全防线要可执行啦，我想我们有这个责任一起来处理，是不是可以建议把相关条文找出来一起来看、哎、好不好、哎、不是我们延迟这样辩论啦、啊、另外一个哈，一个理由去反对对方主张的问题，对对对，另外一个就协调的部分怎么协调啦，好、哦、协调就说比如说在台北市政府前面你两个单位都要来哦、那这个要怎么去协调啦，那你也不能说譬如说啦 我这个随便举例啦，譬如说假设啦，假设我们就规定说那以先取得路权的这个来作为他优先、哦、但是这个又会 有问题，就说啊，那你假如 取得路权优先，那对对对，对对对，是地方主管机关或者警察单位就可以。没有说，所以就是说，譬如说台北市政府的抗议活动，有一个有报备，一个没报备，啊、哦。就现场的
来，隔开嘛？那你们必要设安全警戒线嘛？可是他那预暴力就用所有我刚讲那些条文，看有没有办法处理。不够，要不要命令解散再来讨论呢？对啊，那有报备跟没报备，那警察没办法，你没有报备，其实警察没办法知道现场到底会有多少人来，到底发生什么事。那您说的如果有报备，那没报备的人，难道他没有用入权，还是这个集会游行的钱？所以应该是他有权益，应该是这样讲啦，就是说，假如那里只有一个单位啊。一个单位去举行集会游行，那这个是没有强制，你无法知道它是否是一个单位，因为它随时会出现。如果没有强制报备的话，强制报备还是会出现啊。来了，我讲一下这个，大家思考一下。那个郑委员，注意听一下了哈，就是说，我们当然集会游行就不用自愿报备嘛，你不报备就可以去嘛，哈。那假如你去报备，那是不是有一种可能说，那他假如他有拿到入权？哦、那他去报备，那这个是优先保障嘛？那你没有拿到入权，你也可以去。平常假如你只有你去，那你就去嘛。哦、那但是有其他单位已经拿到入权，他也在那边去报备，那这个要不要保障？还是说啊，不然还是有报备啊，然后一个没有报备，然后到现场的时候两个单位在协调。执行上这个大家斟酌一下，好不好？那、啊、我们休息十分钟。如果要有优先权的概念，它基本上就是强制报备，基本上它就回到强制报备。没有，因为它基本上强制报备，为什么？因为你有优先权，就是说你是我集邮法保障对象，没有报备的不是嘛，所以它就是强制报备，强制报备才纳入本法的保障嘛。现行是许可概念，是没有保障概念。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要从未来是法要保障，这样才想得清楚。
好，那个各位委员同仁，这个各位委员同仁好，这个我们现在继续开会了哈，现在是11:51好，那大概我们这个在审查集会游行法哈，看起来似乎是这个碰到的状况越来越多了哈，但是概念上哈，概念上我想我还是做个厘清了哈。这个大法官会议在解释这个偶发路过这个部分，他认为啊、哦、相关的处罚规定是这个是违宪嘛啊、哦，所以是应该这个不应该处罚。那换句话说，集会游行在大法官会议的解释是应受到宪法的一个保障了哈、哦。那但是呢，对于集会游行它的报备制啊、哦，大法官会议、并没有认为是违宪，没有。那换句话说，它的差异在哪里呢？它的差异在于说，好，那假如我临时要做一个啊、做一个这个集会跟游行，那这个我们是要应该要保障啊、哦，所以用自愿报备制的精神啊、哦，这个是应该是我们这次在修法的一个重点啦啊、哦，但是在这个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的情况之下，对于有一些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这个部分啊、哦、那要做一些限制啦。所以理论上来讲集会游行法啊、哦、在前端的这个申请这个部分我们是应该要放宽啦，就让人民有集会游行的一个权利。但是在集会游行的管理、哦、跟后端的譬如说在解散的这个部分啊、哦、譬如说这个在其他的国家的立法例，譬如说你去高速公路游行，这个是不是他有勒令解散的权利？这个应该是在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这些集会游行的一个权利的行使，某种程度来要做一些限制啦。所以我会比较主张啦哈，这样我们这几次这样审议下来哈，我会比较主张说，在后端的这个在当集会游行有一些逾越一些范围的时候，这个部分我们是
可以做一些限制的一些规定，哦，那这样一来也符合宪法保障的集会游行的规定啊，哦，对宪法保障的人民的集会游行的一些权利的一个保障，哦，那二来也可以让这个在符合公共利益的情况之下，哦，那或者是说对于集会游行有一些逾越它的一个范围的情况之下，我们也做一些限制，这样大概方向大概是差不多是这样来做处理的，哦，所以我们争议的一个重点应该是在后端，不是在前端呐。简单讲是安尼啊，所以路权这点应该是可以有路权，但是当有冲突的时候要怎处理？哦啊，当维护到社会公共秩序、公共利益的时候怎么处理？那是在后端呐。那你老大要先讲？没有，无啊，笑一笑啊。你唔能遐风凉话，我讲的甲交顺子也差袂介济呢。来，差不多，无来来来，你要废除的，我知啦。你要废除的啦。来，各位委员有没有什么意见？那假如啊，来，还是要真的要？是，其实自愿报备制其实通过之后，其实我们刚刚在讨论啦，有几个 case， 其实我觉得可以让警政署来回答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研讨看看是不是应该往这个方向去走哦。譬如说现在那个计程车业，它可能就是反映油价要上涨，然后它就因为那个计程车都是车队都一个这样叫嘛，然后它就龟速的行驶在马路上。那我想请问一下，那这时候这个警察机关能不能用那个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来处罚？对啊，所以我被蒙离嘛。比如说，因为一众我都是反对油价要上涨啊嘛，啊，计程车车队拦龙仔几台叫几台，啊，有规个我就龟速就在马路上就倒达亏。对，那啊，他现在不用报备了啊。啊，基本上，哦，我们会有妨碍交通开单，但是之前在高速公路的那个判例，后来行政法院去撤销那些罚单，因为他们啊，所以我现在的意思就是说，我以后如果变成自愿报备制，就是说我现在我只要就是一台交一台啊，我只要开在路上，到时候警察来，我就说我是在集会游行啊。他有报备，自愿报备，我有去报备，来看你们怎么去决定了，啊。不是啊，那你这样子你也没有办法开嘛。你怎么会有办法开？如果一现在这样子，哦，对， 对啊，你哪有法度开？对啊，无法度开啊，他自愿走啊。那交通组来，因为你这已经违反到就是到用路人或者道路的行驶上的一个权利啊，所以我是说从几个方，所以是不是可以请你们？包括各位委员哈，我想警政署交你报告哈，这个问题最近我们在九份哈也发生过哈，那。他们这个计程车哈，外来的计程车可能一些接送客人的问题也发生龟速了，或是违规停驶的部分呢，啊。这个部分呢，啊，这个我们该分局哈，也有用违反交通部分啊，违规哈。我的意思是讲，以后哪只有法医啊，我都是我欢喜，我就车队的几台叫几台，我就在道路上我就龟速就好了啊。那到底？今天我已经违反到用路人的权利也好，或者是我已经违反所谓的就是所谓的那个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那你们能做什么？你们什么都不能做吗？他没有报备，他现在不需要报备啦，对吧？那再然后我再想请教，如果说今天现在社会的氛围啦，就很多年轻人假设很冲动好了，或者是现在整个环境不景气，有很多资产管理公司，好听一点是叫资产管理公司，难听点就叫黑道。我以后呢，我不爽，我吹姐，对吧？我，譬如说我今天对钟慧雄不开心，那我今天就我有吹三个欧多，我有还是吹三个笑脸的，我有徛一下。那我这被害人，我要不要报警？还是我影响到我旁边的邻居的安危？我是邻居的话，我可不可以报警？这个是一个社会比较现实面的问题，是我比较想讨论的。那我报警，如果警察来跟我说不好意思，对他来问我，我就说没有啊，我在这里集会游行啊，反正三个人以上我徛一条，我就跟你说我在集会游行啊。那警察说没有，我没法度处理啊。原来我是可以用社违法去处理的，可是我现在。
这没有办法用设违法了，因为到时候他只要说我是在集会游行，不是啊？那问题他只要站在那边，对当事人其实就是一种恐惧，就会身心恐惧，或会造成旁边的邻居安危的时候，我原来是违法是可以处理的事情，到现在因为集会游行法所谓就是已经赋予宪法更高的一个的权益的时候，那我只要说没有啊，我就在这里游行了，我就在这里集会游行了，那今天警察机关能做什么？漫步游行。不是啊，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个是比较，就大家刚刚讨论的都是一些比较政治性的，说啊，去路上游行啊，红衫军啊，什么等等。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就分社会的实际面，其实现在就有很多这样的状况嘛。有社会资产公司，那我变相来说，那我不是就是把黑道合法化吗？不是，我的意思说，现在是这样子，就是说，没有，集行一位法会刚刚像成为。不是，因为现在社会上的氛围，就说当然这个，今天说法本意，其实我们本来就很赞成这个本意是没有错，那只是说实际的社会面来说，如果我们今天这个就让他直接通过了，那你有没有想过说，如果今天年轻人都很冲动，我看你北宋啊，那我抖啊，就到此就下来了嘛？那现在。不是我的意思说，不是，就是郑委员，我的意思是说，今天如果说这个解法没有排除，我们既有是不会因为集邮法改成集会邮件保障法，现在其他法律就消失。不是，所以我的意思说，我想还是要分别论呐、啊。好，有暴力，没有，你让我讲完了。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说，因为这样，我觉得对于说所有倡议集邮法修法的团体，我觉得这样的方式有点太沉重。说好像集邮法修完，所有黑道跟所有不是，我要说社会面使用暴力，然后社会实际面是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就说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有所谓的、就是，我觉得这样的帽子，我觉得是不是我不是说帽子啦，不是然后来我们来理性讨论。我是觉得说，所以我希望就是说有可能考虑的就是公共安全的部分嘛。没有，那我一说这样会变成就是合理化嘛？就是说我今天不会啊，其他法都还在。怎么会合理化？所以我说变成使用暴力是合理的，不是啊？所以我说带刀子是合理的，不是变成威胁人身安全是合理的。不是，郑委员，让我把话讲完。我想不会，我要必须要先为声明说所有主张要修法。不是啊，我的意思是说，我的委员表达不会是这个情形。啊那个、那我们再来讨论安全防线怎么做。对不起，好，那个插话，我维持一下秩序。那个陈义杰委员先讲完，再郑丽君委员再发言来。不是，因为我的意思是说，今天集会游行是宪法赋予的嘛，所以如果说今天修法通过，警察机关还不能用设违法来处理我刚刚所提到这两个问题。我们不是反对这个法去通过，只是说如果今天现实的状况发生的时候，因为的确现在氛围是很多这个状况是会发生的，那你说不是大家都会去游行啊？也不是说大家会为了政治议题去游行去干嘛的。那如果说今天就是，所以我才希望说今天警察机关就是说，警察机关可以来回答我这样的问题嘛。如果我今天就是说，社会资产管理负债管理公司这种，就是我有请三个人站在领导门口，那你们有没有办法处理嘛？如果到时候我是站在门口的那三个，你来问我就说我在集会游行啊。这样本来说原来可以设违法可以处理的东西，到最后好像变成不是设违法可以处理的嘛？那个、要登记发言的举手一下吧。所以我希望警察机关能够回答，因为这个是一个讨论嘛。对啊。好，那个郑委员完，陈委员问的问题啊，的确我也同意说，警察你们警政单位要回答。我刚刚有讲，就是说安全防线把所有条文都拿出来，大家来讨论看够不够。刚刚讲说类似涉及人身安全，那个警察职权刑事法28条可以处理嘛？危害到警察的安全，就27条可以处理。我只是粗浅的认识看过，还有社会秩序维护法，还有警察职权刑事法，还有行政这个执行法等等所有的法律。好，你们把安全防线检视看看够不够？不够的话，集邮法需要什么安全防线？好啊，这个安全防线是可以兼顾宪法保障的集会游行人权。我觉得我们建议是理性的讨论呐。好，但是这个刚刚陈委员担心说这个集邮法不要许可制，会不会有其他这个情况？那就要回头看安全防线够不够嘛。所以并不会因为集邮法修为保障法
就变成所有非法都变合法，我想绝对没有这个情况。我想我们所有提出委员修法委员没有办法承担这样的一种标签呐，哈，我就是必须要跟陈委员沟通，这绝对不可能是立委提法的原旨。那之所以会被造成说有一些公共危险的地方，本来的大方向就是回归既有的法律，回归既有法律不足之处，在集合法是不是要设安全防线？所以上午才会讨论安全距离嘛，那才会讨论要不要安全警戒线嘛，那甚至命令解散权还没讨论嘛，那这样讨论够不够嘛？我觉得这个是理性的讨论啊。好，那有没有办法处理嘛？那刚刚是在谈路权的问题，路权是因为它涉及有许可的机制，所以它是不是安全防线？我觉得这要分开看呢、啊。因为路权是许可的机制，那我们现在已经前面已经走了逻辑是要自愿报备制，那依照逻辑的话，路权它会产生变相许可，所以我们可能就不是路权的概念，是协调的概念。那协调要怎么协调？好，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许可的要废除许可制的逻辑下来进行讨论，但不是因为路权才解决安全的问题嘛？我是建议大家理性、逻辑清楚的来讨论啊，不要互相去贴这个标签。我想委员都承担不起这样的一种标签，没有人有这个意思。但是必须是不是请我刚刚讲把这些法全部拿出来来检视，然后我也回去请警政单位，就是说你认为这些法还不够，你觉得在改成自愿报备制的情况底下，还需要什么样的安全防线在集会游行法里面来处理，把它提出来讨论。那个陈昌明委员。我很赞同陈委员的观点，理想归理想，实际的情形会碰到。刚刚陈委员讲的说讨债的事情，我相信聪明的人就会利用这个条款来应用。包括他讲的计程车司机，我自愿报备了，我已经报备。当然，现在又谈到一个路权的问题。我讲张庆忠委员的例子，他选举的时候被人家占了十个月，天天说张庆忠落选。半秒钟张庆忠这样走了十个月的落选，所以这个集会游行法将来会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啦，我是很良心的跟你们讲啊，所以今天让他说我们都伟大，搞不好我们真的伟大，但是别人不伟大的时候要怎么办啊？我你在许可制下了，许可制啊？没，不是，现在是报备制哦，我现在跟你说报啊，刚才我一直讲这个叫做漫步游行法，我只要去报备了，我天天在你家里绕，你天天就会受不了。这个已经发生真实的情形。哦，你理想，我们有时候理想的话，但是实际做下来会完全不一样啊。所以我一直也一直在许可制了，他没有许可制了，他只有牌子在外面绕了，那是没有人敢得罪那个什么时代的力量啊。氛围就是这样子嘛，啊，愈公愈细啊！我是讲老实话啊，啊，因为我一直在跟你们强调这一点，以后选举会跟这个绑在一起，你公投法整个都绑在一起，包括我报备了一下，我天天到你家里外面讲，不是啊，我现在都说，我只是把问题点出来啦。现在你们完全执政，完全负责，我在替你们解套。你们拿出来有很多不可以用的，拜托，我已经讲了几十遍了。你们要做，我们都不会去反对啦。最好你把100公尺改为50公尺，不然改为10公尺，更接近民意更好。您敢走，我就叫您永红。啊，我表达到这个地方结束。真的，这个问题要考虑。真的，很多人很会用，我们从你那边学到了很多经验啦。但是我们又不想说这么做，但是如果这么改，我相信很多人会这么做了。来，好共解，好共解哈。其实刚我觉得我们从一开始到现在，其实都很理性的在讨论。其实刚政委员说我们在扣帽子或贴标签，这一点我要在此特别说明，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觉得保障人身安全其实是相对非常重要的一点。好，那我今天我们只是提出相对的疑虑，因为的确。我们所讲的，我相信在现在的社会氛围上，其实是很容易有可能会发生的状况，所以我才想请警政署说，是不是有可你这个状况到底会不会发生？因为这个东西是你们警察机关应该要告诉我们的嘛。因为我今天如果只是一个一般的民众，我觉得这个是更贴近我实质的状况嘛。
我不会，我今天不可能每个民众去，我可能够怕斗，我都来不及了，我怎么还会去抗议游行？因为大家讨论是这个方向，那回过头来，我想请教是这个问题嘛？所以今天没有所谓什么扣帽子或者说贴标签的问题，没有哦，这个是我要特别要说明的，是说这个是实际上社会氛围上会发生的问题。那要如何保障人身的安全，也是我们需要考量的，也是很重要的。拿出来嘛，你们法。都不拿出来，大家一直问你们有没有这个法28条？我刚问了28条可不可以？还有没有其他的？你们应该比我们熟嘛？我们大家理性讨论，你们不要刻意不拿，然后要求全部要放在集会游行法里面嘛？28条是说警察为制止或排除现行危害公共安全，那这个很宽广嘛？我没有危害你，我都卡一下了后啊。委员，这个是警察职权行使法的问题，没有，我们今天是在理性。不是啊，政委，我是说这个是。公共是这个法的问题啊，是不是？我是说，因为实际的状况有可能会这样发生嘛？那因为你的28条是。好，亲民党跟民进党了哈，不同的见解。我们是站在中立的那么对啊，卖欧北摇八叉，不要互相定位啊，好不好？真的啦，真的卖。陈委员的意见就是说，你们把既有的法规拿出来看看够不够，排除他所讲的那些情况。哦，那我们也是请你们把所有的法条相关的法条，警察职权行使在这个集会游行发生暴力，或者是说以集会游行之名，但是他是在做其他的违法的事情，其他的法律的条文够不够，是不是可以一次整理出来，是不是可以整理出来，然后这样的安全防线还不够的，在集会游行法该处理的你们也提出你们的期待嘛，这样讨论才会聚焦嘛，否则我们一直以一些个案没有办法讨论啦，因为各种犯罪形态100种，我们今天也可以想出200种、300种啊。那200种、300种犯罪行为没有办法用集会游行法去处理啊？不是，不是这样的处理方式啊。先把这照哎，张庆忠委员那东西哈，每天都有人在他的门口这样游行来游行去，他有没有人报备？有没有申请？有没有报备？能不能跟我们说明？那这里事情越理越清了，就是张庆忠委员那时候10个月，每天都有人在他家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了10个月。那有我知道拿牌子啊，拿牌子。可以报告吗？他们有申请吗？然后他们。后来我们怎么处理？警察单位怎么处理？各位委员跟各位委员报告，刚刚陈委员关心的就是说，有一个假设的议题啊，计程车司机因为经济的因素啊，然后集体在道路上面集会游行。那在理论上，如果集会游行好了，我们应该要保障他。但是如果实物上面它已经影响到公共的秩序，影响到大众的生活的话，那这个时候在未来我们的条文设计如果有解散权的话，那我们还可以哦宣告解散跟他处分。但是实物上跟各位报告，如果一下子几百人、几千人在这个道路上这样影响的话，那依照道交条例我们是应该要去执法，但是实物上面你要去执法恐怕啊造成的冲突，那会付出社会的成本。那另外就是说，他突然之间哦没有报备，这么多人的行径，那我们要去调度警力去因应，那可能也会付出一些社会成本，造成警力的疲于奔命啊。所以这个在执法上面，确实在法条的执行上面，一方面要保障他，但一方面他影响的，那可能涉及到法条的竞合的部分。所以将来在规划的时候，恐怕这个后续的条文要配套的措施要定得很详细。这一点我特别的补充报告。阿公有申请不？爱人说只行10个月，安尼对。是哈，严格讲起来了哈，我们都知道，政委员他们以前是在游行抗争上面，他参与很多，我知道。他从很年轻、很漂亮的时候就一直在静坐，一直在，现在还蛮漂亮的啦。嗯，嘿，我知影伊参加足侪就对了哈。
啊，我们也都我参加的没有那么多了，但是我不知道政委员那时候有没有申请，你那时候有没有申请？你们有申请吗？你有申请？那其他最近的有没有申请？对，那但是有一些静坐抗议的，有的没有申请的，我知道有的有一些都没有申请。对呀、啊，有啦，你还是有参加静坐抗议，你都有去，我都有看到了。对，嘿，电视上都有看到，走路也有啊，在路上，那在路上走来走去哈、啊，其实啊，对嘛，戴帽子走路没有申请嘛，那个什么，合适助脚啊什么，那个有申请，但是。戴帽子走路的没有申请嘛，哈，对不对？你没有申请吗？有一部分是没有申请的嘛，对，所以有些，所以可能以前你们跟他申请的过程当中，让他觉得很不舒服，也很不方便嘛，对不对？所以要把这些不方便、不那个的全部都改掉嘛，哈，对不对？要有保障。学长，我没讲了啦，美女你请坐了，不要那么急呀、啊，这么猴急干什么？对啊。所以要排除哈、啊，我也是笑着讲，我没有很严格的讲哈、啊，也没有很严肃，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方法上面，让大家觉得第一个就是我们集会游行的时候很方便，但是也不能影响到其他的权益，这个我觉得这个都要兼顾啦。所以本来我原来看你们提的哈，像拄只你讲迄100公尺，我是蛮想讲。啊，这拢恁家己讲的，即马佫讲要改300，这足奇怪的。即马改150呢？你无伫个？我知影，我甲你讲200，我嘛不要紧啦，看100、200、10公尺嘛不要紧啦哈。但是基础上来讲，还是要帮那些东西有一定的程度嘛。你现在要回应吗？啊，要让我满意不是那么容易啦。那你不满意我没办法。谢谢大姐这样一路关心我了。我必须声明，我所提出来的版本，或者其实还有很多委员提出来的版本，都不只是我们个人委员的意见。哦，我提出来的版本是从2008年野草莓运动以后衍生很多警民冲突，很多专家这个就是说学者专家社团提出来的倡议版。哦，那个是很多公民团体的意见呐、啊。我这个第一点我必须声明哈、哦。那第二点就是说。我的精神里面版本精神是回归宪法保障，但遇有危害公共安全的部分回归既有其他法律，本来我是认为其他法律应该就足以处理陈怡杰委员刚担心了很多的情况，包括刑法，包括警察之间刑事法、社会秩序维护法、行政执行法等等，好，应该都可以处理，这是我本来的想法。好，那如果警政单位认为不足以处理，我刚刚也已经提出说，你们可以提出说，既有法律不足以处理的，那有哪些你认为这个安全防线应该要放在集会游行法，请你们提出来，就请你们提出来，提出来逐一讨论嘛。所以你们前面已经提了安全距离，招委也都接受了嘛。第二个安全警戒线，只是不是修在第4条，看修在哪里嘛，对不对？那命令解散权要不要大家来讨论？要的话有什么前提？刚刚是我们是主秘讲了哪些前提？情况，你们提出了，大家再来讨论。好，我觉得这样才有办法往前走啦，否则因为一个个案又要回过头来说，啊，这个集邮法修法有问题，我觉得这个已经回到太原始点了。就是社会认为集邮法有问题，我们今天才要讨论修法嘛。那我们现在就负责任把制度做出来。所以你们认为既有的法律不足的安全防线的建制，在集邮法还有哪些，请你们提出来，我们再来考量。说这些安全防线也没有侵害宪法保障的人权。如果说这安全防线建制最后讨论出来都很有问题了，那再回来看看说报备制要是不是还要再检讨，我就建议理性这样处理，好不好？那不要说一个个案就推翻别人的这样的一个修法的精神啊，否则又要回到原始点。那这些安全防线建构足不足以，这个降低委员们的担心，或者说地方政府有没有办法执行？我们就是务实的来逐一看嘛。好，那你说安全命令解散权什么前提可以命令解散？像法国的确是它是有高速公路不可以的，是有。好，那我们也可以，也许也可以考量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前提来设置啊。来。那个个案是他刚刚讲张庆忠委员的个案，但是我觉得我刚举的两个例子其实应该都不是个案，是社会上应该会发生问题。因为就像我们地方上个月就有2-3件事，就是资产负债公司然后暴力站在那边的，
这个是趋近于这个是趋近于现实社会层面，这就是我刚刚所提出来的这个问题，说是不是会因为原来现在不是现行法够不够的问题，而是集会游行法自愿报备制通过后法律上竞合的结果嘛？就是说事情今天发生了，你们警察到底有没有办法处理我刚刚举的这些例子？这个才是我想要探讨的啦，对不对？不然实际上一个月就发生两例，这个你对你不能说因为通过了这个集会游行法之后，对于人身安全的保障做不到嘛？好，来张昌明来。重申，这个绝对不是个案呐、啊。你讲的有可能啊，伊卖去夜到啊，哈，白夜乌三穿的，我只要不恐吓的样啊，哎。但是我今天仍然要讲一句话，我觉得原来的集会游行法是不错的，但是现在差别怎样？你在抗争的人对我是最有利的条件最好啊，因为现在没有人敢讲公民团体，虽然我比较傻，我敢讲。好、哦，他的条件要求出来，如果全部对依照他们的条件，完全依照这样子做，你们试着去做。刚刚我跟黄昭伟，我们昭伟，我是讲真的话，不是公民团体也意见的给我，那人拢是主持人，我最后去抗争，我哦不是啦，你也听我的意见嘛。我为什么说他们不一定对？哦，你永远记得，这个要协调沟通，所以你们要把它改为100公尺，改为10公尺的时候，我都不反对。啊，你改改成50公尺，你们没有 LP 啦，您的完全开放、完全解除，我讲的很实际的话，你们好好仔细深思。而且这个是在替你们提出来的，在解套，不是在加服你们。啊，你们自己去想想，怎么是对？我晓得讨论到一半，问题都会产生。因为咱得睁开，咱插降底了，那我们才要加管因。当家不闹事是一个原则嘛，你们永远记得了啊！你这样就把它放了，我们得鼓励你放。公姐同好求的，名字很好啊。嘿，废集会游行法，请问请民动心讲的啦，不然废掉啊也可以啊。啊不，红三军都是用请民动去得啊，敢不是？好，对吧？好，是不是？那个大家讲的都差不多了啦哈。这个我跟各位说明一下哈，大法官会718号的解释，我刚刚看了一下啊，它大概是偶发性、紧急性这个部分有没有违宪去申请了啊，所以大法官会就裁定啊，这个集游法第9条第1项但书跟第12条这个要许可的这个部分是违宪的啊，那它的说明讲得很清楚，说采许可制以外，假如能够达到同样的目的的最小危害、最小侵害手段，啊，所以他在讲说，集游法的许可制是违宪，啊，他也明示说我们是不是有什么其他侵害较小的这个手段啊，那能够达到保障集会游行的一个目的啦，啊，所以大家的方向都是往这个侵害最小的手段去处理的啊，这个我也请提醒大家。啊，我们在修法这个注意啊。那原来的许可制呢，它在许可的项目里头，它有一些许可的要件呢，哈，比如说哪些它不许可，啊，比如说国家安全啊、社会秩序、公共利益啊，或者是有事实足以认为有危害生命啊、自由、财产重大损害啊，这个它就不可以许可。那刚刚郑丽君委员讲到其他国家一定游行集会，它还是有解散的一些条件啦，不是没有啦，所以我还是提醒各位注意，就是说我们在申请在集会游行的发动这个部分，我是比较倾向说这个部分我们还是采取自愿报备制啦，但是当集会游行它已经变调哦，变成暴力或者是有一些啊危及公共安全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必须在它的权力行使范围做一些限制嘛，所以我们限制要有一些条件啦，哦，所以在整个集会游行的，比如说他的一些对于集会游行的规范里头，这个我们可以来做一些不同程度的一些限制。那这个部分可能要再花一点时间，大家再整理一下。啊，这个要再整理一下，比如说要不要可以勒令解散？你要办会的消除啊，这种集会游行可不可以勒令解散？啊，当然他有一些刑法的一些规定没有错，但是在集会游行本身是不是要让他停止？哎，
这个可以讨论啦，请行政单位回去思考这个安全防线的哪些前提情况下可以有哪些权利嘛，在既有法律是不足的，要放到既有法的，这个就请他们再整理一下再提出来，让我们再来检视有没有违反这个极为有行人权，如果没有，也许我们也可以某种程度同意他有一些安全防线在极有法里面的设置，我觉得这样比较有办法处理啦，否则我们因为少数个案特殊情况，因为咱今天讲的拢是一寡较极端的例嘛，像讲你比如讲你要有人泼汽油弹啊，哦，有这犯罪行为，你当然要制止嘛。啊，但伊极为有可能继续在进行，啊，当有汽油弹发生的时候，啊，这个极为有可能在进行，这样对于这个社会秩序或者是这个公共安全是不是这有利？就是在某些前提下，这个大政府是不是要做一些处置啦？哦，这个可能要再花一点时间去处理了哈，所以来，所以我是不是建议这样哈？来，主席哈，由咱作为委员哈，针对讲咱的机会有想法哈，本小姐有一个看法哈，因为毕竟哈，咱拢有参与地方选举，拄则咱的陈委员讲的嘛是事实啦，拢咱未来拢会去拄着，咱的陈委员哈，伊拢固定哈，咱人民的权益嘛，啊，这当讲是真好，但是咱的经济数这边吼，一定要演绎出来，因为毕竟吼，你选举的人，大家吼，这里我打个比喻，一个公园要办两场在那边的集会，绝对会有冲突，啊，所以讲吼，我包括讲，在咱的民间也好，吼，真侪讲嘿，这间公司真大间，我就对这间公司袂爽快，我把他请一个红的新主牌啊，逐工底下个养。哦，安尼有过程无？啊，所以讲吼，即伫要安那好子，互咱的社会会当讲吼，莫去动乱，啊，互咱的人民吼，莫去感觉讲，咱修改了后，对百姓无有益，对社会更加乱，安尼咱爱去负这责任嘛？啊，所以讲吼，伫后壁要安那好子，即个问题发生，吼，都要用咱相处法条来个约束，吼，这是本席的看法，吼。啊，那个我征求各位委员的意见了哈。我们这个集邮法哈，是下午要继续审啊，或者是我们下午就先走公投法，公投法回来条文整理完，我们再来处理集邮法。大家表达一下意见。继续吗？继续的话，我们下午会有公事吗？啊、我觉得我们这样权力有一点权责不明，应该是要请警政单位回去整理，你们觉得安全防线要放在极有法的是哪些权力，然后它有什么行使的前提，也把它建构出来，好，这样你们有办法维护这个安全的，这个可能要需要他们回去整理了、啊，否则现在变成、okay. 我的版本是没有嘛，啊，你们就需要的话，你们回去整理，我们来讨论嘛，不然我们临时要替你们想，也会不周全呐、啊。来，李军委员，安娜，我这样子建议那个，来，纪雅先，来，纪雅先，那这时间一直拖，一直拖哈。咱的政委员马上要正部长，你知影无？啊，我今日无伫的时阵哈，咱所定的拢差不多，迄个拢违背哈，安尼对伊做歹势。因为，嘿，伊对伊做歹势。但歹势大姐公投法嘛是外，不要紧啦，所以可能在下午审公投法，我也很欢迎啦。但是我尊重内政委会委员。来来来，那个我们。礼拜一、礼拜三是一次会嘛，就是集邮法跟公投法嘛。好、哦，我们集邮法现在显然在这里卡住嘛，所以换个脑袋啦。好、哦，我们下午审公投法，好了，那礼拜三回来请警政署准备，然后公投法应该共识可能会比较高一点，共识比较高了，但是行政部门不会同意的啦。哦，那但是决定权在我们嘛，哦，决定权在我们嘛。好，那下午我们审公投法哈、哦、啊几点？要两点半、三点。两点半，好、哦，啊，集邮法的部分哈、哦，再请我们那个行政部门哈、哦，再跟那个郑丽君委员，哎，郑委员，郑丽君委员，我话你个干个讲话咩？哦，那个条文不要遐。啊。那个，来啦，那个书长，来，恁这条文上下。跟郑委报告了。